那我们就准备开始了哈，七点了。好，就非常高兴啊，非常热烈的欢迎大家来参与台大园林中心所举办的活动。那我们今天的演讲题目是还是要做吧，台原住民族传统海域发展。那这个议题非常重要，可是也非常的复杂，它涉及的不只是原住民传统海域的权利、生态知识、海洋人类学，还有当代的国土规划。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三位专家，其实关大伟老师应该大家也都非常熟悉，他长期在做原住民国土规划的议题，然后也从事过泰雅、台湾、卢凯这些地区的研究。那他很强调国土规划必须跟当地的社会文化结合，那他等一下应该会从他的经验里头带出说他所做的国土规划跟所谓海域地带的差异性。那因为时间非常宝贵，我把主持棒交给关大伟老师，那关大伟老师再由关老师来介绍讲者。好，那关老师请。好，非常谢谢梅霞老师的邀请，我觉得非常荣幸能够在台大的原民中心做这样的一个引言跟分享。那今天的主角其实是嘉南跟阿良，两位都是非常这个重量级的年轻但是有潜力的这个学者。那阿良其实也是蛮长期的合作的伙伴，那累积了很多的这种互动交流的经验。那今天他们要带来的这个讲题分别是原住民族传统海域发展与现况，这是由嘉南带来。那嘉南最近就是刚刚取得他的博士学位是台大地理环境资源研究所的这个博士那虽然是年轻，但是也是有很长期的这个研究社会参与的经验。下一位是蔡正良蔡正良老师他是台东大学南岛文化研究所的副教授那我们其实在很多的工作上面都有所合作，他今天要带来的主题是多元视角的传统海域。那在进入到两位的这个分享之前大概我这边会做一个简短大概10到15分钟左右的引言。这个引言的目的其实是要为了要让等一下嘉南跟阿良的这个分享能够有一个这个清楚的脉络的交代，甚至是产生一些对照的效果。所以我今天的这个引言大概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说关于这个所谓的传统领域，我所看到的三个层次的不同层次的传统领域是什么。那第二个部分我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所谓的原住民知识的这个实践，或者是 在探求，或者是在跟社区部落共同合作在进行这个所谓的原住民知识的诠释跟生产的这个经验。那第三个部分就是所谓的国土空间规划，刚才梅霞老师讲的。那我想这件事情就是国土空间规划这件事情其实是跟传统领域跟原住民生态知识是环环相扣息息相关，所以我就这三个面向做一个简单的这个引言跟分享。那首先来谈谈传统领域这件事情，就我自己个人的经验记忆所及，大概在1990年代，就是原住民族的还我土地运动的这个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那在第三次的原住民族还我土地运动里面就开始在谈这个所谓的自然主权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不同于前面两次的还我土地运动在谈的是这个可能是某一块土地应该要归还，或政府就用所谓的这个保留地征划边的手段多还你一块，或是这个这边再补你一点。不同于这样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在第三次还我土地运动的时候在谈的是一个整体的台湾原住民族跟国家之间在就土地的议题上的一个关系的调整。那当时借用了国际之间在谈这个原住民族权利的论述的这个 inherent sovereignty 的这个概念，在还我土地运动的宣言里面就是用了这个自然主权这样的一个名词。那到2000年的时候，这个当时的总统大选候选人陈水扁先生就提了这个恢复原住民族的传统领域的这样的一个政见，而且在2002年的时候，就是在这个他的总统任内就有了一个肯认新伙伴关系条约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活动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仪式。那这个新伙伴关系条约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提出来，那里面包含就是刚才讲的这个
恢复传统领域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宣示、哦、大概在2004年的时候，这个原住民的传统领域这个名词第一次出现在法律里面，就是在森林法。2005年原基法、里面更进一步的把传统领域放进来，而且规范就是界定了原住民族土地，就是包含了这个过去、已经这个有的保留地以及传统领域土地。但是在2004之前呢、森林法出现这个传统领域的这个名词之前，2002年的时候，当时的原民会、就已经提出了一个传统领域调查的计划。那这个传统领域的调查的计划持续了、这个将近十年、这种由国家大量的资源的投入，然后去进行全国性的调查的这样的工作。这样的工作大概全国性的工作到2012年结束、虽然2012年之后、还有一些这个在这十年里面、这个大家这个遍地开花，然后吸取经验之后发展出来很多的这种在地型的，然后可能是部落社区自主的，然后发展协会想要做，或者是像学生做论文，他回到自己的家乡，他的论文的研究就采取了一部分这种参与式制度的工作，或像是我们在那个线上的博刚，他跟这个布农族的朋友家人也做了很多这种自发性的这些调查的工作。那所以就是2002年到2012年之间的这个调查，政府的这种大规模的这种资源投入虽然没有了，但是中间引发的很多这种在地的小型的，为了各式各样的这种目的或愿景而进行的调查持续在进行。那我跟大家介绍这段背景，大家如果回头去想一想，这里面其实有几件事情。第一个是法律的建构，大概从这个2004年开始，当然它前面有一些政策背景，或是这个总统候选人 的这种政策的宣示，这样的一个脉络。那我们看到法律慢慢建构了，从这个森林法、原基法建构了传统领域这件事情。可是大家刚才如果仔细听的话，其实传统领域早在1990年代的这个还我土地运动里面就在谈我们的这种完整的然后 全貌的这个我们跟土地之间的关系。所以传统领域它本身在成为一个法律名词之前，它也是一个运动语言。而且这个运动语言在2002年传统领域调查的时候，它被赋予很多的这种期待跟想象，而法律 的定位一直在之后2004年2005年才出来。那所以我们就看到的是法律所建构出来的一个什么是传统领域 的这种规范，而且甚至到后来2017年的这个传统领域的这种划设的后续的这些办法等等，慢慢的 有更多的这种法律的明确的限制。可是另外一方面，作为一个运动语言，对于我们的这种所谓的传统领域，它的跟我们的历史的连结、精神的象征、一个这种不可被零碎化、不可被片段化的这样的一种期待哦，它是也是一种传统领域。那在这两者之间哦，恐怕存在着一些不小的落差哦。法律建构的传统领域跟这个我们族人期待的象征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历史连结的那个传统领域。那第三个是在我刚才讲像博刚这样的年轻人，或是在很多的调查行动那个实践出来的，他可能没有办法走到这个100年前的那个地方去，但他就走到他的旧社，他可能没有办法去涵盖所有的范围，但是他找到那个对他来讲意义最重要的部分，而且他可能再重新再建构这个意义。所以透过行动对当代的我跟这个土地的连结的重新的这种塑造，也是一种传统领域的行动。所以那个法律建构的或者是象征的历史的以及行动实践出来的这三个层次的传统领域都是传统领域。而我们今天在谈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大家可能在指涉的是不一样的东西，或者是说我们可能意识到它的差距，在很多行动中努力要把这些差距能够拉近或找到一些关联。这个是我看到的传统领域。那再来就是原住民的知识，在过去我也在我的教学研究等等的工作里面，也运用这种社区制图、参与式制图以及对于传统领域的调查的这样的工作，试着去更认识，让我自己或让我的研究的工作或让我的学生在田野的过程更认识什么是原住民知识。
在这里面我发现到说，所谓的原住民知识，它恐怕是一个非常动态的一个过程。这过程里面包含的是社区的这个知识的实践者的对于这些知识的这种呈现跟你跟他之间的共同的诠释这个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也包含你的身体走到的那一个譬如说是森林的或者是这个山谷的这个就近的古道的旧社的这个过程里面，你对于这个地方的里面的意义，或者是你身体跟在这里面互动产生出来的这种感受，不一定是文字图画可以画得出来的，但是它是一种知识，是在那个你跟环境的身体的这种实践之下所产生的这一些认识那它也是一种动态的过程。也包含就是试着把我们对于这个土地的文化的认识，土地的利用的这些知识的认识，跟国家的这个机制去对话，跟国家的制度去对话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必须跟不同的学科，比如说我曾经跟这个地震系做空间 的这个科学的学者一起合作，试图的去证明说我们的土地的利用它其实是有好的水土保持的效果。我们也必须要跟做规划的学者合作，跟这个做生态的学者合作，跟人类学者跟地理学者合作，我们要跟林务局对话，我们要跟乡公所对话，我们要跟这个营建署对话。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些东西往前退两步，往后进往前进两步，有时候又往后退一步。譬如说最近嘉南在讲的这个特定区域计划这件事情那或者是说那个这个猎人协会跟这个林务局的这个狩猎的这种实验性的狩猎计划有时候它往前进一点，有时候又往后退一点，它也是一个前前后后的过程。然后里面我们看到不同的学科跟不同的政府机关之间、部落之间、学术单位之间要去扮演这个穿针引线的这个过程，它是一个动态。所以我看到原住民知识，它其实就是在刚才讲这几种不同的动态之中被呈现或被诠释出来。那最后就是延续刚才讲的空间规划这件事情，虽然空间规划有它的技术性的面向，它发展成为一个学科一个领域，它有它的这种理性的它的效率的以及它要衡量的这种计算的这种种种的这个部分，可是更追根究底则是说，所谓我们所谓的这个空间它的意义在哪里。譬如说国土计划的国土之所以为国土，它里面可能还存在着一些国家跟原住民之间要去和解的这种矛盾那这里面要如何去做到这件事情，或者是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文化对于空间的意义的不同，该如何能够被收纳到包容在那个对于空间的使用的或规划的愿景里面。那这里面对原住民族来讲，那个一个符合原住民族的土地的文化的以及符合原住民族的决策的模式的这种规划的内容以及规划的程序就很重要。那这件事情我们正在做也正在努力之中，在我看起来它是一个传统领域调查工作的延续。假设过去的传统领域的调查的工作累积了一些我们对于这种过去的可能的这种土地的知识的文化以及以当代为参照点的一些这种追寻，那下一步就是说未来我们怎么去做出来我们当代的发展的需求，把那一些知识能够结合到这个国家的制度里面被落实出来，然后符合我们的期待，或者是看到那个制度的盲点跟缺陷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当代我们或者说在面对这个国土计划的这个议题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挑战所以我最近大概很多的一些演讲啊、讨论啊、分享交流，我都以这个从传统领域到国土计划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去想想说，那接下来的十年原住民社会要面对的重大议题，那这里面当然包含了海洋或海域这件事情。过去很多我们的这种讨论或不管是研究或者是这个对于一些制度的讨论比较多是在陆地的部分，基本上很多时候我们是缺乏对海洋的想象。那可是海的性质是什么，就是我曾经请教过阿良，有没有一个这个阿美族对于海的这个界限这个地方什么人可以来，什么地方不能来。阿良说可能在当代也有可是更多的时候是
你只要有能力来，你就可以来，但是你要看你有没有本事在这边存活下去，或你有没有本事知道这个地方。哦，那所以这个对于海的这种可进性以及它的这种公共性，这个性质可能对于我们跟我们对陆地的想象不太一样。又或者是我跟嘉南有过一些合作，譬如说在这个港口这边的这个国土计划的这个特定区域计划的一个实验性的这个工作里面，我们看到说好像那个海的跟陆地的不是截然二分的，对于在地的人们来讲，它更像是一个海跟陆地的延续的一个范围里面所形成的一个生活的场域。那这里面有太多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地方，它跟陆地的性质的差异不同，以及它这里面的生态知识、土地知识，它跟所谓的这种领域的这种的建构，以及它在国土计划之中的落实。所以接下来我就要把时间呢交给嘉南，请嘉南来为我们进行他的分享。嘉南，请。OK， 谢谢关老师，然后也谢谢这个台大原住民研究中心的王梅霞老师的邀请。我这一次很高兴能够跟大家来去分享一下我过去大概十多年来在兰屿的一些学习到的经验哦。其实很惭愧我并不是像这个阿良老师一样，并不是透过实践或是说在海里面这种身体力行的探索的模式来去理解这些内容。我比较多的是在兰屿的透过参与的方式，然后十几年间参与了各式各样的议题，包含的是一些社会发展的议题也好，或是土地或是海洋，或者是跟社会运动有关的议题，然后才去慢慢的学习到认知到这整个体系的知识，以及这些知识或这些体系它目前在当代遇到的课题跟未来我们应该要怎么去面对跟应对。好，那我先分享我今天的简报内容，稍等一下，画面。OK， 应该看得到哦。好，我不晓得今天在线上有没有蓝语的朋友，我先跟蓝语的朋友打个招呼吧。小蓝拱，小蓝甘蛋拱，小蓝嘎嘎拱，各位哥们，好，就诚如我刚刚所提的，我今天要演讲的内容其实很惭愧，并不是我自己身体力行去一步一步去建构出来的。很多时候我是靠着跟长辈或者是这个蓝语的朋友，我们一起在工作或是在一起在从事一些议题的时候慢慢学习得到的。所以对我而言，我比较像是一个知识或是一个内容的整理者，并不是我去一步一步把它探究或是建构出来的，所以这个要先跟大家厘清。那第二个部分是因为我自己的所学专长是地理学， OK， 所以我并不是一个人类学家去理解一个知识的内容，或者是说去抽丝剥茧的去解释它里面的各种的意涵。我更关注的其实是像这些传统的内容或是海洋的这种认知跟海洋的运作体系，它面临到了哪些的课题以及它的变化。那在当代的国家也好或是政策制度底下，它面临的这些课题应该要如何去应对，以及我们如何理解它甚至回应它，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偏我自己专业所学地理学的背景来去认知这个整个议题的发展。好，那所以当我们谈到原住民族海域的时候呢，我觉得有一点我在各个演讲我都必须要先破题的一点，就是这里面我们谈原住民族海域的发展，它实际上这个议题并不是要谈这个海域或是这个土地或是这个空间它到底存在什么内涵，又存在哪些冲突。它真正要去面对的是我们对原住民族空间或是对原住民族土地它的经营管理跟治理上面，我们要用一个转型正义的角度跟转型正义的态度去看待它。这张图是2013年我们在这个伊拉梅勒东青部落遇到了一个土地开发的争议。那这个照片呢上面写的是国有地问号，当我们祖先在这里不知道中华民国在哪里。所以从这一张照片呢其实可以解读至少三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原住民的土地呢当遇到了国家之后它变成了国有地，而这个变成国有地的意涵有三个。第一个是这个国家变成国家，这个土地变成国家的财产，被收归了国有，所以它是国家的公有财产或者是国有财产。
归属于这个全体国民所有，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个，它变为国有地之后，也就是这块土地从原本的蓝屿人在管的土地变成了国家在管的土地，它易主了，这个经营管理的权限，这个治理的权限，它从蓝屿的部落社会或是说从特定的蓝屿的文化脉络里面被抽离了，抽到了转移到了国家身上，或者是某些行政机关这个国家机器。那第三个重要的意涵是，这个土地或是这个领地或是这个空间，它的主权不见了，因为它遇到了一个政治体，它遇到了一个政体，不管是日本或是中华民国，它当一个原住民族社会遇到了一个新兴现代化国家之后，好像不知不觉这些土地或是这些空间领域，它主权就丧失了。所以当我们谈到土地议题的时候，转型正义的观点必须要一段的被强化，就是我们要认知这些事情并不是在于土地开发或是利益回馈的争议，它真正的本质会涉及到原住民族跟国家的冲突来自于不正义，来自于这些认识的过程，以及土地或是空间所涉及到的权利，不管是财产权或是治理权或是主权，瞬间的消失或是瞬间的易主，而这些易主的过程或是不正义的过程，以及这些权力的丧失，才是原住民族跟国家在面对空间治理上面最大的根源，这些争议的根源。所以我们今天要谈传统海域，它所遭遇的这些权力的问题，其实更胜于土地，更胜于陆域的面积。为什么？我等一下要一个跟大家做介绍。那这个转型正义的过程，或者说我们讲预见国家权力丧失的不正义的过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们都知道，在土地的过程里面，有所有权的剥夺，包含从1928年开始的这个番人索要地，一直到台湾省政府公布的这个原住民山地保留地政策，原住民保留地，这些所有权逐步的丧失，也就是土地的财产权被收归了国有。那透过法制，透过这些制度的建立，也就是森林计划事业，或者是这个台湾省山地保留地管理办法，这些法令的颁布，定出了一套游戏规则。而这一套游戏规则又会落到行政管制，也就是它会有一个国家的管理机关来去行使国家所定的规则。那么这些框架就慢慢的建立了，体制就慢慢的建立了，而体制的建立跟施行的过程里面，他所要谈的就是这个治权，这个治理的权利已经从原本的部落社会移到了国家，移到了行政机关手中。所以这里面代表的意涵是，第一个，国家秩序已经建立了，包含过去有三地实政要点、三地平定化的政策，那传统治理权利也被取代了，因为台湾省政府民政厅出现了，三地乡公所也出现了，以及后来的原住民族委员会也出现了，也就是这些土地或是海域的管理权限就移转到了这些行政机关的手上，透过国家的法令，透过制度以及行政部门的出现，一步一步的从原住民族社会的这个原本的手中转移到了行政机关。那原住民族所保有的权利只剩下了有限的权利的授予，比如说国家就会授予原住民族或是部落可以使用一部分的空间跟资源，包含可以使用一部分的动物资源，或者在一部分的规则，有条件的规则之下使用了水源，使用了矿物资源，像玫瑰石，或者在一定条件限制之下使用了林产物跟土地。这些东西其实就是这个规训，以及这个框架的制约。那这个规训跟框架制约的颁布，其实我要讲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台湾是有威权体制的以及殖民体制的。三地行政跟威权统治时期，在1952年的这个动员戡乱时期，实际上是透过三地行政以及警政体系不断的在透这个用警备的力量在进行所谓的三地控管跟三地控制。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用像现在民主社会的这些政策的推波或者是政策的游说来让民众去接受这个政策，不是的，它是用强制力逼使的这个原住民族社会或是部落必须要接受这一套体制，必须要把你的治权转移给行政机关。所以
这样的治权转移到行政机关的过程，就是从原先的我们谈的殖民，一直到现在所谓的后殖民，也许已经没有强制力了，但是体制仍然存在。还有更严重的情况是已经达到了内部殖民，因为我们所看到的原住民族社会大概也很难，会有一部分很难再回归到旧有的机制，而沿用着这个所谓的威权体制所遗留下来的政策或是制度来进行内部的深化。那这些要怎么办呢？这些我们应该要认知到的是，我们不只是要追溯一个单一事件，单一一个侵害的事件，比如说山地的生活改善，把所有的传统物全部拆掉，或者是把土地进行这个管制。我们不是要追溯这个事件，我们要追溯整个体制必须要被改变。好，所以传统海域这件事情或传统领域这件事情呢，谈到的是土地的治理跟空间，我们应该要如何规划。这里面我们必须要解构的其实是军医的法律体制，或是殖民的社会，殖民的这个法治跟秩序，以及国家权力的过度集中化。我们今天如果要谈说传统领域跟传统海域它能够落地生根，能够长出不同的样貌，那么我们必须要首先要谈的就是国家权力治理权力的集中，这件事情必须要被挑战。还有有限权力的保障，这件事情也必须要被挑战。我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们今天所谈的传统海域在这个威权统治时期，它一样受到非常严格的控管。那主要的是来自于制度以及规训，就像这个1965年所颁布的动员戡乱时期台湾省各地渔港渔民进出港口检查办法。这个检查办法右边这张图是兰屿的这个伊拉赖这个渔人部落的出海证。如果没有这张出海证，是不能航行着划着你的拼板舟或是传统的渔具出海的。也就是你出海与否必须要透过警察机关的同意，才可以让你领着这一张证来去进行传统的捕捞飞鱼或者是钓鬼头刀。那这些事情的管制呢，就会如同我刚刚所说的，空间的原本的文化跟原本的权利，以及新兴的这个行政机关跟新兴的这些管制单位，把原本原住民族社会的权利收走了，而且用了一套规训，用了一套制度来制约着原住民族在做空间的这个文化实践或者是管理的实践。好，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就是在我过去所做的访谈里面，就会遇到非常多老人家谈说，他们小时候没有办法出海捕飞鱼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警察在管，警察不准我们出海，甚至要有这个出海证，以及要去做一定程度的渔获的缴交，就是要上缴或是没收等等之类的。所以这些出海证是警察跟军人的强制力，它并不是一个经过民主社会政体提供给每个部落族人可以自由选择的法令，不是，而且它有法则的，它有军队的力量。所以这些严格的控管，实际上是我们要去认知到说，空间管制或者是传统领域跟传统海域这些文化的断的这个截断，或者是这些管理能力的丧失，实际上并不是自愿性的遗失，而是很多时候在过去的历史里面，它是透过军跟警的强制力而被迫遗失的。所以当我们要谈原住民族海域发展的时候，这个破题很重要，我们必须要认知到我们台湾，我们国家中华民国有这么一段的这个威权统治的历史，而且在山地也好或是海域也好，都经过非常严格的这些控管跟威权管制，这些威权管制才是导致现在传统领域或是传统海域在实践或是在复政上面很大的困难，或者是现在不断的产生内部殖民，很大的原因就是在于这些历史的过程。当我们认识到它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正视它，而且要去处理这些过去威权历史所产生的权力侵害，以及我们应该要如何进行下一步的权力建构。所以对空间来讲，我们的土地财产权治理实际上还是在控管跟控制的这种国家跟原住民族权力对立的阶段。而我们的空间利用包含的区域计划法或是这些法令，实际上呢，有一部分看起来好像有一部分是让部落参与或是原住民族的参与，可是它的本质还是不脱这个管制跟控制的权力对立模式。当我们要谈原住民族自治的真正的理想，实际上是要国家跟这个原住民族社会是一个权力平行的状态，
而这个瓶颈就是会有两个这个 sovereignty 哦，这个权力体互相组成一个国家，这个叫权力共构。我要跟各位报告的是，我们国家其实在还在权力对立的阶段，尤其是在土地管理这一套制度上面，还是透过规训以及法治来去单方面的制约着原住民族。所以即便有一部分是参与，但现在的状态还是权力对立。好，所以我先要一定要先破题跟各位讲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原住民族土地也好，或是海域也好，未来的愿景应该是要落实多元主义，而且是要多元中心。这个多元中心的意思就是不是只有一个政府跟一个国家，而是要有不同的主体，不同的这个政治的主体，或是说我们讲的国家机器、行政的机器，来去处理不同的中心，让彼此能够自治，也就是这个 authority 或 sovereignty 的建构。好，所以我先讲这边的脉络的原因，是因为原住民传统海域的发展，它必须要正视到我们有一段黑暗的历史。当正视到这个黑暗的历史之后，接下来我要讲蓝屿的例子，跟以下这几个概念，才比较能够进入到这个脉络跟正题，跟各位去做一个说明的报告。好，所以我大概会把今天我要讲的分为一二三四五六哈六个主题来去跟各位介绍。那第一个部分我就是要讲过去十几年我在蓝屿所学到的传统海域的一些内涵。蓝屿现在有四个行政村哈，我就不细讲哈。四个行政村有六个部落哈，就是包含这六个部落哈，雅佑跟伊拉代、伊莫鲁哈、伊拉拉类跟伊拉梅勒跟这个伊法林路。好，那在如果我们就这个民族学或人类学的观点来讲的话，蓝屿的空间组成哦，过去我在跟这个香巴兰波安马兰，我们一起在做一些调查或做研究的时候，我们大概把它分成了几个大项哦。第一个是空天空啊，第二个是海洋，第三个就是部落滩头哦，第四个是所谓的聚落，第五个是山林这一块。那我今天主要讲的是海洋这一块哈。海洋在做空间的次分类，或是说我们更细的分类，从以部落滩头第十二，以部落滩头为核心，往海的无限延伸，往从近到远的无限延伸，大概可以区分为这个大致可以分为几类。第一类就是比较偏潮间带，这个中文都是我们后来命名的，就是我们取它类似的意思去命名的，就盖下盖。蓝屿的朋友一定知道给下盖是什么，就是礁石的那些地方可以做采集，甚至是有一些这个女性会在这里做采集跟做一些这个物种做一些简单的鱼捞的地方。男性基本上不会去给下盖这个部分去做采集的。它有非常这个区分的这个性别跟劳动的分工。那在非遗迹的期间呢，就会有从近到远会有浅海小鱼一般船钓，这个中文是我们想出来的名称在蓝屿的名字就是嘎啦嘎啦湾，一直到最远的这个巴基金丹岸这边那陆地跟海的中间的交汇点叫做 Vanwa 就是滩头。那滩头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场域，也是一个仪式的空间的场域，在这里会有这个蓝屿的所有的碎，几乎说大部分的碎石记忆都在这里发生，而且滩头是一个空陆域跟海域的连结的节点，陆跟海这个的交集的交汇，陆跟海的总和来形成了整个蓝屿的空间组成，而其中最重要的交汇点就是所谓的湾湾。那聚落的部分就会有家屋或者还有水域田这个 Gasganan 或是汉作的芋头田地瓜田叫 Galayan 芋头田，那也会有溪流，然后会有近的山跟远的山那从简单来讲区分就是这样的一个空间的分类。而这个空间的分类呢，它如果我们看到实际的这个部落的照片就会像这个样子，这个是在野营野营的范围就在这边，然后可以盖在这边，然后从远到近，然后还有部落的范围、山林的范围，这是一个大概的示意图。那这个也是野营跟东青的交界各位就可以看到交界是以这个东青的这个坟墓旁边的那一条溪流来作为两个部落的分界。那这个河流都往海的无限延伸就是两个部落的这个界限。那这个界限呢，如果我们要区分的话，就方外在这边，然后可以消开在这边，然后从近到远就会有这些海域的延伸。好，这个就是空间的分类。
好，那可是呢，这个空间的分类它实际上不全不只是跟着空间走，它也跟着时间走。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兰屿呢，一共有三个月份，这三个月份就是这个飞鱼季结束的季节，飞鱼季大概六月多七月就快结束了，然后再来就是等待飞鱼的季节，就是大概阿面这边这个季节叫阿面，就是从大概十一月到二月左右，那是一个寒冷跟东北季风的季节。那现在是飞鱼季，就是拉用哦。二月到六月，好，那这些细的时间的区分呢，主要是会分为好几个不同的月份哦。好，比如说在这个飞鱼季结束之后，那时候的小米田大概也丰收哦，这个旱田的小米田会接近丰收，所以会有 BFN， 会有一个祭典叫 BFN， 就是庆祝丰收的这个季节跟月份。那这个。等待飞鱼的季节是非常寒冷的，非常冬天的，所以这个季节呢大部分就会有各式各样的准备跟碎石器的工作，比如说要制作贝灰，或者是做这个准备要播种跟整地。那在飞鱼季节期间呢，就会有这几个月份，像我们目前现在的月份应该是介于八八道跟这个这个比拉之间的哈的月份，就是因为八八道已经过了，八八道就是这个我们如果在中文里面常看到的这个渔夫味道节，就是会有螃蟹跟芋头糕的这一天。那这一天过了之后呢，就是可以划着你的小船平板舟，然后可以钓鬼头刀。在八八道之前，主要还是以大船，而且是这个晚上去捕捞飞鱼为主。好，所以这些时间的区分呢，其实会区分为不同的这些行为模式。为什么？因为飞鱼季的期间主要还是以飞鱼鱼捞为主，但是如果在另外两个季节，就会有其他鱼种跟底栖鱼类的鱼捞。所以当我们看到我刚刚所前面所提的，不好意思哈，我前面所提的空间的分类，就是海洋的空间分类，实际上是跟着季节在走的哦。我刚刚有讲说，从滩头为核心，由远由近到远，往海洋无限延伸，哦，可以从嘎啦嘎啦湾到巴基基南岸去做海洋的空间分类。可是这个海洋的空间分类呢，实际上是飞鱼鱼捞、飞鱼季节的海洋空间分类。也就是说，拉用这个季节哦，过了之后，那个海洋的名字就改了。就改写为另外一种名字了，因为这些嘎啦嘎啦湾这些名称，它只适用于飞鱼季节。好，那所以我要跟各位介绍报告一件事情，就是海域这件事情的空间，它不是一个定着的。哦，它所谓的不是定着的，是不止物理空间没有定着，它的空间还随着时间在改变。夏季期间的空间名称会跟冬季期间的空间的范围是完全不同的。各位可以看到左边这张图是鹿野忠雄跟奈川孝吉在1956年所做的这个兰屿的传统海域的不同部落之间的分界。那右边这张图是中研院民族所的魏慧玲跟刘冰雄研究员在1962年所做的。好，那实际上这个陆野忠雄他做的时间应该更早，因为这个1956年是他再版的时间。那我们都知道陆野忠雄其实在1956年之前他就失踪就过世了，所以这个是再版的时间。他真正调查的时间大概是1928年左右，陆野忠雄在兰屿的时间大概是在1928年，所以这个版本的内容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1928年的内容。好，他所提的是非遗季节的海域，飞鱼季节的海域会分部落，而且会有分不同的鱼捞的地点。而右边这一张在刘冰雄所做的研究里面，他会把它更细分为哪几个部落，而且更细分为哪些海域的名称。而这里面各位我可以跟大家报告的是，你可以看到左边这个我现在滑鼠指的地方是 Yayu and Ivadas。各位可以知道左边这一张是左边我的滑鼠笔的地方是 Yayu 跟 Ivadas。兰屿在1910年以前，实际上是有七个部落。伊巴达斯的位置就在现在的野游国小附近。那还有一些伊巴达斯的族裔的族人也是住在那附近，现在也是住在那附近。
所以在过去是有这个 IFADAS 跟 YAYU， 后来 IFADAS 就跟野游合并了。IFADAS 的分布可以到虎头波，可以到虎头波都算 IFADAS 的，那不是 YAYU 的传统领域。所以在过去在陆野中统调查的时候是把这些海域有做一个区分的，可是在这个1962年之后呢，其实逐渐的已经剩下了六个部落，就没有七个部落的区分。所以海域的动态边界实际上会涉及到部落社会的变迁，第二个它也会涉及到这个时间的改变。这张图我刚刚跟各位说它是非鱼季节的南屿的海域，那么非鱼季节期间才有这一张图的出现。那非鱼季节之外呢，非鱼季节之外其实就是各部落有各部落的专用渔捞海域，也就是我跟各位可以看到这一张左边这右边这个这张图，就是红线往海的延伸，就是非渔季以外的时间各部落大致会在自己部落的海域来进行这些底栖鱼类的渔捞，底栖鱼类的渔捞或是射鱼，也就是它射鱼的范围或是它渔捞的范围不会超过这个部落的海域。换句话来讲，这些海域呢，它是一个部落的领地，它是一个部落的领域，它是一个部落的疆界。那这个疆界上面所产生的资源，不管是渔业资源或者是这些其他的矿石啊、海底礁石的资源，都是专属于这个部落所有，不可能会有跨部落的人跑到另外一个部落去射鱼，这件事情是不允许的。好，所以非渔具以外的海洋的空间分类是有它的跟非渔季期间是有它的这个差别的哈，刚刚那一张图其实可以看到的是这个有细致的分类，但是非渔季以外的时间就是分部落。好，所以蓝屿的海域呢，就会发现这些分部落治理的海域，或是分部落去谈的这个海域的空间，它的所有权、它的海域的领有权，也会跟着时间在做改变，会跟它的行为在做改变。比方来说哈。左边这一张图我刚刚跟各位讲，就是现在的月份已经过了八八道哈。那八八道在前面的一个月份是班德嫩，班德嫩这个月份呢，在传统上是要由这个蓝屿的职人大船平板舟金拉格兰，而且是要由船团的成员在晚上用火把来捕飞鱼哦。这个在过去其实很严格哦，这个船团的成员不能回家哦，他必须要住在这个部落船团成员的一个工作坊，然后他不能回到他自己的住家里面。那晚上的时间呢，就会用这个芦苇草 组成的这个火树来在晚上捕飞鱼。那右边这一张就是1956年的这个状况，左边这一张是我们在2014年重新复政办了一次，也就在班德嫩。所以换句话来讲，当你看到这一张照片是一个十人拼板舟、十人大船，而你又看到了这个照片上面举着火把，然后用火炬，而且它的时间在晚上，我们看到这张照片你就可以知道它是在哪一个月份，而且它在从事了哪一个行为，跟它在捕捞的鱼类是什么，一张照片其实就说完了整个故事。所以1956年三木村的这张照片非常有合理的这个证据跟资讯，我们可以推断它其实就是在班德嫩的月份，甚至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是哪一个船团的，他是哪些成员，以及他在捕捞的就是在捕捞飞鱼。 OK，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知道，海域它所延伸的传统海域，它所延伸的是我们看到了它是一个社会单元因为我透过它的船的纹路组织可以知道它是 Imuruk 这个部落的，我透过它的行为我可以知道它在夜间捕飞鱼一定是在班德嫩这个月份，可能是在二到三月之间，甚至我知道因为它是划着十人大舟在捕捞飞鱼，所以它的空间范围一定是在巴基金南岸的海域，它不可能在部落的沿海、部落的这个沿岸的这个海域去进行捕捞飞鱼。所以社会单元、时间单元跟空间单元，一张照片它已经讲完了所有的故事，这个就是蓝屿的海域的空间治理。因此呢，海域的空间治理，我刚刚讲了非常多的内涵，它其实全部都镶嵌在这个行为的实践上面。而这张照片，它就诉诸了所有我们可以看到的线索，而把它的社会跟它的时间跟它的空间，全部都完整的、清清楚楚的交代了。
好，那因此呢，这个兰屿的海域在部落治理上面其实是有分非常多细的细节。如果我们用现在的权力的角度去理解它的话，我们可以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共有，这些东西都是部落为单元。那它还有分为不同的行为，就像我们刚刚所提的巴基丁案一定是在做鱼捞使用，而且一定是飞鱼，因为这么多人航行的大平板舟，所以它是飞鱼。可是如果它是在八八道以后，而且是一个人划着他自己的单人舟，而且划到外海，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推断他应该不是在这个应该不是巴拿那这个月份，而且他在从事的应该是这个单人平板舟捕捞飞鱼，所以他做的这个月份很有可能是八八道之后，因为八八道之后他才能够捕捞飞鱼。好，所以从空间的不同的时间，即便是同一个空间，但它因为在不同的时间跟不同的行为，它会产生不同的规范以及不同的经营管理跟资源利用的模式。因此兰屿的海域它在做治理或在经营管理上面，它是镶嵌着社会组织，镶嵌着一个非常缜密的时间跟行为规范，而且重点是它是一个每天都在瞬息万变的动态过程。这个动态过程非常的细致，非常的缜密，因为部落族人每天都在进行实践，所以自然而然的会非常的清楚，非常的理解哪些东西他可以做，哪些东西他不能做，而也非常的清楚的认知到他现在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地点，在这个海域，他应该可以做哪些事，他应该做哪些事，做什么准备，这些东西已经内化成为社会文化的制约跟规范，绝对不会是外部所加诸的限制或是管制的命令。好，这个就是兰屿的模式。那么所以当兰屿遇到中华民国国家政体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1985年的时候，国家曾经希望透过渔会的管理模式来去进行兰屿的这个渔业资源的管理，当时候就非常积极的辅导兰屿要成立渔会，包含说这个1985年在台东新港区成立了兰屿的办事处，而且左下角这一张呢是当时候的三板船哦，这个位置是在红头部落红头部落的这个部落的滩头。那这里有好几个三板船是由台湾省政府补助给各个部落，一个部落一艘。当时候就希望透过这些补助以及培训甚至去这个推举这个渔会组织，然后选举这个兰屿的部落的族人来去选举这些渔会的总干事等等的，来希望兰屿的渔捞能够进到国家管制，而且是国家的渔业资源的这个系统里面。但是这件事情后来推不下去哦，因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三板船这个渔捞模式在1980年代跟兰屿的渔捞模式它背后所蕴含的社会组织跟分工以及社会实践完全没有办法连结在1980年代没有办法连结。那以及这个渔会的运作模式，它基本上是一个经济权的形式这个我等一下后面会说。所以后面呢，当然就也是因为省政府这个资源跟补助的断炊，所以后面就没有继续推下去了。那国家对于兰屿的环境呢，也试图的尝试建构出自己的管理的模式。比如说在1991年我们可以看到兰屿国家公园的规划，在海域的部分有规划出了非常多的不同的管制的区域，包含的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是生态保护区，还有一般管制区或者是油气区等等的。这些海域的管制呢，都是希望透过国家的管理的规章，或者是国家的制度，或者是国家所设计出来的游戏规则，来套用到兰屿的这个生活模式或生活习惯。那这些东西就会涉及到一个很大的冲突，是兰屿既有的营运的状态，兰屿既有的运作状态，以及兰屿具有的这个海域的管理的这种系统，它跟国家之间实际上是第一个，不仅它的模式不同，第二个，当你过渡到国家的这个管理机制的过程，它其实代表的是一个权力的丧失或是一个主体的意味，所以它并不是说制度的游戏规则设计的多么不相符，或是说多么的格格不入而已，它背后所蕴含的是兰屿的海域或是兰屿的土地的管理，它被迫要进入国家，它无法再拥有自己的自主权，这才是最根本的问题。
那以及在2011年呢，海洋国家公园实际上也对蓝屿招手。各位可以看到这个蓝屿海洋国家公园的这个当时候在2011年的年报里面已经把蓝屿列为潜在型的国家公园，那也积极的在蓝屿推动非常多的政策，包含这个永续发展的论坛，或者是当时候的这个横渡黑潮拜访台湾，建造了18人座的这个蓝屿最有史以来最大艘的这个大船。那这个呢，全部都是由内政部营建署的海洋国家公园所出资补助办理的活动。那也就是希望透过文化活动来去跟蓝屿产生交往。那最终的目的是希望海洋国家公园能够把这个潜在型的国家公园呢，进一步的去，讨论它未来的这个纳管，或是说一个发展的一个模式。那这个东西就是表示了国家在对于蓝屿的海洋，的文化基本上是肯定的。可是这个肯定的过程，还是希望能够让蓝屿的海洋文化，或是海洋的实践，或是海洋的知识，能够回归到，能够收归到国家的体制，而不是用一个跟国家这个对等，或是说跟国家平行的一个模式，能够保有彼此的自主权，变成一个权力共构的状态。所以我们看待这些政策的时候，绝对不是只是针对它的政策的技术细节去做讨论，而是它背后所涉及到的对于治理这件事情，不同的角色、不同的主体在做里面有不同的这个立场的捍卫跟想象。好，那保护区也是一样，过去我们非常希望用保护区把蓝屿收归到这里面做经营管理。那陈昭伦研究员呢，后来也这个提到了蓝屿的海洋的文化实际上就是保护区最好的实践，因为海洋保护区实际上不是海洋保育这件事情 不全然是透过保护区。因为保护区的这个模式，它其实透过了一个过去我们在做抱歉，过去我们在做这个物种保育的一个假设，也就是当这个物种或是做这个栖地或是这个生态系已经有劣化了，所以必须要透过国家的政策或是国家的强制力来介入，来去进行积极性的保育。所以这个是保护区的一个假设前提。但是如果它原本就有一套机制已经运作的不错，或者是说它也许运作的不好，但是有些地方需要国家的帮忙，那这时候国家给予的帮忙是取代它还是强化它？这件事情我想在陈昭伦老师的这个过去的研究里面他已经提到了，如果我们今天只是想要取代这套体制的话，那很抱歉，这个保护区设立可能是失败的。可是如果我们能够有资源来去强化这些保育的机制，传统文化的保育机制的话，那也许我们还有机会可以看到蓝屿海洋文化的永续。所以在这个自主管理的过程里面，过去我们也遇到蓝屿在这个非渔具期间遇到了这个渔业资源被其他的县市政府的县市的渔会入侵，比如说有一些屏东的来的渔船用流丝网或是毒鱼或炸鱼，那后来台东县政府就公告把蓝屿这里设置为渔业的禁制区，也就是说蓝屿这个海域呢没有划给任何的渔会，同时其他渔会的船也不能进到这里面。那他用的方法是渔业法44条，把这里划为一个动力渔船都不能进入到蓝屿的三海里，就是这个范围，五海里的范围或是三海里的范围。所以蓝屿的渔权后来能够一定程度的这个框架住的原因，是因为台东县政府依照渔业法的公告。可是呢，这也引起了抗议就是恒春渔船就是抗议说蓝屿不能让我捕鱼这件事情，难道海不是公共资源吗？这件事情的认知到底也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冲突。那么渔会的资源就是这个就是过去的照片渔船的入侵就是会有非常多的屡见不鲜的状态，因为即便公告了，但是它最终的强制力还是得透过海岸巡防署的巡护跟防守来去驱逐这些入侵的这些渔船，因为蓝屿的渔民不可能划着自己的船或是自己的机动船去驱逐啊，这个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最终这个管制的力道还是要回归到海巡署的身上，也就是即便县政府公告这里是不得进入的海域，可是海最终的执法最终的管制也是要依赖海巡署，这是一个比较无奈的现况。那同时呢，我刚刚有提到蓝屿的海域因为规划为禁制区，可是这个禁制区它只限定
捕鱼的禁制区，也就是说在非渔区期间的五海里之内不能有动力渔船进入蓝屿的这些范围里面捕鱼。可是他刚刚讲的是进入捕鱼，如果今天不是动力渔船，如果今天是一个水上摩托车这种比较偏休闲的游具，而且并不是来捕鱼，来是做海上水上摩托车的训练，救生训练，那这时候依法可不可以进入蓝屿？答案是可以。2016年的期间呢，这个水上摩托车就大举进入了蓝屿，而且是在非渔季的期间，直接进到蓝岛狼岛部落外海的海域，进行水上救生员的集体的移训。那这个规模有多大呢？这个大概有30辆水上摩托车。那狼岛部落族人就觉得奇怪，为什么可以合法进来？结果后来查了一下才知道，是台东县政府的农业局的渔业科核准他进来的。核准的原因是因为你找不到理由可以拒绝他进来啊。我们只有拒绝渔船进来捕飞鱼，可是没有拒绝水上摩托车进来做水上救生员的训练。好，这题显现的是什么呢？显现的是蓝屿的第一个，他的渔权的保障还是得靠县政府。第二个，它只保障了现在制度所规范的渔权，而不是一个完整的空间的领地的权利。所以最终呢，这些权利的保障对于部落族人来讲，他完全没辙哦，因为县政府核准他进来的，县政府同意他进来的，甚至要驱逐他，或是说这个劝阻他不要进来做渔地训练，完全没有任何的治理权利，没有任何的法源，这个才是蓝屿目前在海域空间治理上面遇到最大的问题，以及近年最主要的问题是又如出一辙的，水上摩托车不进来了，渔船不进来了，但是自由潜水客每一个都进来了，在非渔区期间不能有渔船，不能有水上摩托车，但是可以有潜水客到任何的海域景点进行自由潜水。怎么办？因为法律找不到任何法源禁止他啊。OK， 有没有觉得很像不断钻漏洞的这些，不断钻法律漏洞的这些状况会一直频繁的反复的出现？当你的治理权利跟你的治理规范是透过国家法令的一套制度来去一个就是有点像拼贴，像补砖一样的，那东边补一块，西边补一块，这时候永远都会有人找到法令漏洞去做突破。蓝屿海域的完整性，蓝屿海域的空间治权，就在这个过程里面慢慢的逐步被突破，逐步的丧失了。所以呢，蓝屿乡公所2019年就颁布了它禁止自由潜水，但是这件事情没有法源依据，完全没有法源依据，所以这个公告禁止自由潜水这件事情，基本上呢，它只是一个宣示性的公告。因为为什么？第一个，公告禁止事项之后，必须要法源依据去进行查缉，进行这个查处跟采罚，目前没有任何采罚的哦，所以狼岛部落前阵子就会出现了，前几年就出现了有人自由潜水打扰，然后跟部落的居民或是一些长辈有冲突哦，甚至闹上法院。原因就在这边，公告了也没有用，但是他很严重的、很明显的入侵了整个非渔季节的这个非渔的渔捞以及仪式的进行，怎么办？没有怎么办，在国家法里面他全面的缺席了哦。那这时候就会遇到另外一部分的是，观光业者也自然与人也开始反弹了。所以禁止这个自由潜水这件事情，也许某种程度上是保障了文化，但是它没有法源依据，保障了文化，可是另外一个层面也影响到，或是也对于潜水业者来讲，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这个影响跟残害。因为自由潜水或是说蓝屿的潜水是目前蓝屿观光业最主要的发展，当整个非渔季节四个月五月的期间禁止潜水，那等于夏天去了一半，大家就不用做生意了，大家不用生存了，怎么办？这件事情是现阶段最大的问题。即便有法源，即便禁止它，这些禁止下去就是会有一半的人没有办法生活。所以这个像妈妈基金大物这个 Maran 他有提到这个海洋治理的当代需求怎么办呢？部落权力的视为国家的力量已经进入了，而且市场的力量的领导力也进入了，这件事情才是最大的问题跟挑战。那更何况呢，又在前几年有出现了一个蓝屿的涉渔的问题，然后
苹果就报道说居然没有保护区、哦、居然蓝屿没有保护区来进行保护，这个命题就很像蓝屿人设于因此产生了资源的耗竭，所以国家应该要强而有力的进场来设置保护区才对，怎么可以任由蓝屿人这样子去设鱼去侵害这个渔业资源海洋资源呢？好，这里面你们发现一件事情，我们非常的依赖国家进去保护资源，可是没有正视到原住民族或是蓝屿达悟族本身对海洋文化的实践，也许它已经弱化了，也许它在实践上面过程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国家的资源或国家的力量，它到底是要强化蓝屿海洋文化的这些实质的影响力、实质的自管理能力，还是要进场去取代它把它踢掉？这件事情最后会影响到的是，最后会取决的是市场的角力跟国家权力的角力。好，所以讲了很久，我要很快的介绍几个概念哦。这个概念就是讲传统海域或是在蓝屿这些这个过程里面，实际上是有非常多动态的演进跟边界的演进。那动态跟边界这件事情呢，我想从地理学的观点哦，我们都可以知道，环境一直在变化，行为也一直在变化，边界这件事情也一直在变化。这一张是太鲁阁的出海口，1948年到1922年就可以看到，这里面河口的出海的这个尺度变得不一样了，亚宁也出现了，聚落变得更密集了，土地利用也变得不同了，所以每个界限都被改写，改变的不只是自然地景，改变的还有人类行为以及国家的角色、人的角色、不同组织跟不同力量的角色都已经在做变迁了。同样的，这一张是在这个港口的出海口，这个也就是这个港口部落跟静浦部落的交界，静浦兰岛在这边，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国家力量的建入，新建的长虹桥，而国家力量的介入也涉及到了这些不同时代的土地的地景、土地的变迁，还有我们可以从这个不同时代的这个影像也可以看到，西浦兰岛的开口、会影响到不同时间的这个河岸或是河口、海岸边的渔业的利用，比如说我们要捕捉这个石稻、或是鳗苗，今年开的是北口或是南口、你会影响到的是不同的季节跟不同的渔作的方式就会有差异。这是第二个。那蓝屿也是一样、这个是1948年的蓝屿的照片、1980年就可以看到国仔出现了、水泥的消波块也渐渐出来了，那2017年你就可以看到港已经出现了，所以这里面反映了什么？反映的不同时代的行为的改变，包含着政策的影响，包含着人的影响，包含着不同的社会情境的影响、过去没有观光，现在观光变多了，所以居住的这些民宿也变多了，海域的利用也变得更积极了，也变得更这种有拓展性了，所以这些地景的变迁都改写了不同的时代，都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时代去进行了变化，所以这些边界告诉了我们它会依着时间改变，它也会依着行为改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所透露出来是依着不同的权力在进行改变。好，那这些权力呢，我就要回归到海洋了，海洋最主要的权力我们就会谈到渔区范围，这个渔区就是台东县所公告的新港区渔会，渔区的范围就是蓝色的这里面以及好几个定制渔网，包含等一下阿良老师要讲的都兰这边就会有定制的渔业权，这些渔业权是后设的，也就是国家把海洋像画的橡皮擦一样重新再利用尺跟圆规、用笔画出了这些范围，而把这些范围定定了不同的权利跟不同的界限，包含了时间的界限、行为的界限跟权利的边界，它这里面都表示着不同的标的、以及不同的主体以及不同的国家的行为规训都在里头。那传统海域权呢，就是在这个结构的过程里面慢慢的被改变跟被形塑。我这里要特别谈的是两个不同的领域的概念，一个是传统资源权。在传统资源权它这个 term 是一个研究上的概念，就是 traditional resource right， 它所讲的实际上是一个整体性的权利，包含什么呢？包含这个
include the indigenous people to control the use of plant, animal and other resources that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land, 跟土地有关，或者是生活的模式、知识，或者是技术，这个它的科技技术，这些东西，涉及到人类跟文化的权利，还有自觉的权利 ，a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对于你自己能够自治、自己决定的权利，包含了你的土地跟你的传统领域的权利。所以，传统资源权它涉及到的是一个原住民族对于你的土地、对你的领地、对于你的空间完整的自觉权。这里面包含说你对于土地的知识、对于你的生活形态的选择，你可以选择你要过的生活模式，而不是国家规定你要做什么选择。你可以选择如何运用你的知识跟科技，你也可以选择自治跟自觉。所以在过去的研究里面，这是 IUC 的研究里面，其实传统资源权包含很多，你看human rights,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集体权利、土地跟领域权利，或者是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也就是我们讲的智慧财产权。所以这个东西在原基法里面有一个完整的设计，这些等等等。但是传统海域权呢，在传统资源权的设计的里头呢，最重要的精神是什么？最重要的精神就是这些东西是因为原住民族的传统空间、传统领域以及传统资源的范畴，它是一个完整性的，所以它在做不同权利设计的时候，它必须要回归到一个领域的整体主权或是整体的治权，它是归属于这个族群、归属于这个主体所所有的。而这些归属于这个族群所有的，如果今天我们把它转化成为一种现代制度的设计或是片面的设计的时候，它会有一些窄化或者是混淆的概念。举例来讲，蓝屿或是原住民族对于海域的权利，它会有上面的资源跟渔业权的设计。好，如果我们要保障蓝屿的渔业权跟资源权的时候，我们用的方式是请蓝屿成立渔会。那请成蓝屿成立渔会的时候，我们再用蓝屿区渔会来去取得蓝屿渔会的经营权。那这件事情就等于是把蓝屿这个海域的资源权的主权，把它限缩在商业的经济权来去进行国家的委托。这件事情就等于是你把这个权利设计成只是一种商业经济权。商业经济权这件事情很容易受到法治跟市场的法则所管控。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举例来讲，我们国家的矿权，我们国家采矿的权利其实也是一种经济权。经济权的概念就是，我今天如果成立了另外一个矿业公司，我是可以跟亚洲水泥公司去竞争青城山的矿权的。同样的，如果我今天成立了另外一个渔会，我是可以跟蓝屿区渔会去竞争这个渔业权的。它是一个经济权的，所以它没有一个原住民族专有权利或是一个领域空间完整权利的概念。它被限缩了，它被窄化了。那这样的设计好或不好？各位可以看到我刚刚讲的那个概念。1985年的时候，福岛成立蓝屿渔会，那最后这个无疾而终。那这件事情就是传统海域权，它不应该被这样子做一个片面性的思考。同样的，传统领域权在国家的设计里面也是包含原基法或等等的这些设计或这些概念，但是呢，这些过程这些不同法令的实践跟设计，都会遇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杨元，不好意思，我很快提醒一下，大概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对，我知道，对，我知道，对，所以这些传统领域权的设计呢，它就会被细分到不同的这个权利的划分或不同的法条的划分，所以它能不能够回归到一个完整性，这个也是一个问号。那保育这件事情也是蓝屿现在遇到的来保育这件事情，其实可以从社区保育的概念CBC 来谈，也就是社区要参与保育，那一直过渡到社区跟这个或是部落跟国家进行权力的分享跟共管，以及近年我们在谈的自主保育区就是 Indigenous Community Conserve Area 叫 ICCA， 这是一个动态的演进过程。那这个过程呢，这个动态的演进过程其实是保育思潮的进步。那这个思潮的进步其实在 CBD 里面也被肯认的CBD 生物多样性公约就直接写进去了，写说这个原住民族知识在这个物种的保育它应该要有更多的模式跟发展。好，所以发展出了这些东西，这两个东西都是 IUCN 的这个官方的出版的刊物以及指导的手册。好，也就是说呢，我们要做的其实是从过去把人踢掉的排除式保护区变成参与式的经营管理，
甚至要转化成为多元治理模式，也就是从共享治理或者是原住民族的社区治理。那这个不就是我们刚刚所谈的原住民族社区的自治吗？好，那这个是过去我在马来西亚所看到的例子哦。这个是一个河流的流域，然后授权给原住民族进行自主的保育区哦。这个跟我们讲的这个原住民自主保育的概念很像。那台湾也有类似的案例哦，像比如说社区林业哦，或者是国家公园的共管。那这些东西都还是在努力发展中哦，也许可能朝向了共管，也许可能还在参与式。那这个狩猎自主跟湿地法也是一样，但是海域呢，哦，其实上。遇到很大的问题是没有的。那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要如何界定这个 tenure 这件事情，哦，这是一个固有的权利或是先占的权利，哦，我分几个层面来讲，哦，第一个tenure 这件事情我们可以解释为 ownership 所有权或财产权，也就是说过去我们会有一个先占土地，原住民族土地它就是一个先于国家 的一个存在，所以当代在处理它的时候，有一部分我们会把它转移成土地财产权，也就是像这个原住民保留地的设计。第二种呢，它是一个先占事实，哦，先占事实，但是因为这个先占事实非常的复杂处理，所以没有办法转化为土地财产权。可是呢，为了要保障它的先占的权利的使用，所以现在当代的设计会用一个先占或是一个专用的使用权来去设计给它。这个发生在哪里？发生在台大实验林辖区之内的这些既有的原垦农的土地。台大实验林是林地，可是这里面有非常多的聚落，客家的聚落存在，因为这些客家聚落是在国家成立之前，也就是日本政府进入之前它就存在的，所以它没有办法还它土地所有权，但是它迄今为止不断的合法的可以做专用的承租，这是第二种。那第三种，这 superficial 的地上权，像土地的这个原基法21条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地上权。那还有第四个 beneficial， 就是我讲的经济权，就像矿业收益权或是传统智慧财产的收益权。好，海域呢很尴尬，海域没有财产权，也没有先占权，甚至在 superficial 上面我们只有一部分的传统海域哦。那 economic 或 beneficial 目前就是只有渔业权或是收益权，所以蓝屿的传统海域呢，它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先占海域，哦，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原住民族所拥有的海域或者是先占海域，可是这两块完全不存在。那经营管理部分呢，我们就会遇到，哦，渔业法在做很多的经营管理，甚至是有这些保护区，哦，我很快的跳过，或者是像国家公园的，或者像野动法的，哦，或者是文资法的保护区，哦，保护区体系。那国土计划法也把海域的空间做了一部分的细分，包含说有渔业使用，哦，这些资源的使用或是观光的使用、废弃物的使用、工程的使用、港埠的使用，以及第九个，各位可以看到传统海域的使用。但问题是这些传统海域的使用它是一个宣示性的效果，它并不叫做传统海域专用，没有，它只是承认它是传统海域使用，但是并不排除其他海域的可以共同来重叠利用，哦，这个就是更正的真实的关键点。所以海域所遇到的问题是我们目前的渔业法，哦，大概只有允许一个海域的地上就是渔业区的划设跟经济权的存在，保护区体系呢也是一个保护区的划设，它不允许经济权。那国土法呢，它就是一个海域空间的地上的空间的划分。但这里的原住民传统海域实际上在经营管理的过程里面，在权利已经是全部的收归为中华民国所有的领地，那土地的利用、海域的空间治理是由营建署或国其他的机关，哦，包含营建署或是县市政府，行为管制就会落到像比如说各县市政府的农委、农业局、渔业科，就像我刚刚讲蓝屿的例子，授权给水上摩托车同意他进入了，实际上是台东县政府，而最后禁止他进入的也是台东县政府。完全不是蓝屿，所以这里等于是部落的角色在这里面完全架空。那我很快的把它讲完，最后的三分钟的时间。所以蓝屿遇到什么问题，各位可以看到蓝屿的时间边界不断的在做变化，这个时间也会做划分的，随着时间随着年代都会做划分，现在已经没有那么严格的部落疆界，比如说很多部落都会到红头部落往南的小蓝屿的这个海域去进行鱼捞飞鱼，所以这个动态边界其实已经慢慢的被打破，这是第一个时间的边界，所以时间改变。第二个，我们看到行为的边界
过去只有捕捞飞鱼这件事情，现在有所谓的潜水行为。潜水行为这件事情要怎么样让它变成跟过去的行为产生一个协调或是互补？右边这一张就是国土计划里面的蓝屿的海域，它是允许军事使用跟传统海域使用以及油气使用的，那这些东西怎么办？它完全没有办法在这行为上面产生一定的保障或是排除性，这个就是蓝屿在动态边界上面所遇到的行为的问题。还有权力的边界不断的遇到中间这一张，像是国家公园或者是行政机关的管制标准，这些管制的进场都是权力的主体在这里面所角力着。那传统海域权的资源权呢，我们有看到渔业法的公告其实没有办法保障蓝屿的专用权，甚至传统领域权的这个禁止这个自由潜水的公告也没有办法保障一个领域的完整性。所以达悟族在这里面遇到什么问题？他不具备渔业资源的自然资源专用权利，他也不具备传统的领域权、先占海域或治理权的内涵，完全没有。那甚至保育这一块呢，我要跟各位报告的是，在前几年我们跟林务局跟国巨的 ICCA 合作，其实已经被列为 ICCA 的一个 case、哦、这个是他们出版的刊物。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 ICCA 是林务局的，它是陆域的系统，海域不归林务局管，这是第一个问题。我提醒一下，时间已经到，要麻烦你紧速。 OK， 我紧速结束。然后第二个，这个自主保育区这个概念它不是现在的法定保育区体系。然后第三个，现在的开发行为或是观光的压力，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居然没有保护区这个新闻一出来，它其实强化了国家保护区政策进驻的正当性。那所以天牛在蓝屿里面你可以看到、哦、真正要处理的其实是蓝屿的领有的领地的主权、哦、跟蓝屿这个先占海域的优先使用权跟专用权，然后还有空间的治理权。现况就是它是一个国家的临海基线，然后它是一个渔业的禁制范围，但是并不保证渔业以外可以禁制，所以水上摩托车也好或其他的自由潜水也好，在这里面的空间治理状态是不断的遭受入侵跟干扰、啊、所以整个过程就是原住民族在传统海域经营管理上面的全面缺席、啊、这个是一个现况，我们必须要认知到的。那因此呢， 我个人提出一个最后的建议、啊、就是我们要建构的是法定权限跟自治能力还有法治体制。过去我们不断的在做传统领域调查、传统知识的调查、文化的调查，这些调查的目的是我们必须要厘清它跟当代的制度跟法律跟当代的权利产生了哪些汉格跟冲突，以及我们透过利用理解这些冲突点跟差异点，我们要做的是建构未来的法定权限以及自治能力，以及一个可以协调彼此之间的法治体系，这件事情才是原住民族土地跟海域未来能够发展的愿景的目标。好，以上谢谢大家。哎呦，老师没有开到声音、哦、对不起对不起。我就谢谢嘉南非常丰富的把蓝屿的传统海域的海洋的管理的制度，一直到当代跟国家的接触，以及现在的面临的各种制度上面的一些难题都把它能够开展开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那接下来我相信阿良会带来的可能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方式的切入，以我对阿良的认识，可能是会一个比较从一个人类学的角度来跟我们谈谈。这个海洋知识的部分，所以我们是不是把握时间来欢迎蔡正良蔡老师。好，谢谢，我分享一下画面哈。OK， 好，谢谢大家。嘿，听得到我声音吗？可以，可以。好，我想刚才嘉南其实讲得非常清楚、哦、其实也回应到一开始大伟老师提到说传统领域这样的概念，走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从看到说过去从这个历史的、哦、然后走到像这个象征啦、原住民知识啦，后来又最后法律的建构，那其实也遭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过去在尤其在传统这两个字，在修辞上面过于静态和有界限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其实也造就了后来现在其实我们在实践上面在行动上面的一些可能性哈。那我想嘉南这边提供了一个蛮多在蘭嶼的一个例子哦。可是你大家有没有想一想，如果我们都以为说蘭嶼是一个照理讲说在目前台湾的这个原住民族里面海洋知识里面保存大概最完整，然后也是在生日常生活上面或者在空间上面相对于在台湾本岛的原住民族事实上有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条件之下，他都遇到这么强大的一个问题，尤其在法律的一个状态下面哦，规范下面都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其实我就思考到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们当我们讲传统海洋领域或是传统海域这个概念，那如果放在这个全世界的脉络下面的话，我们到底怎么看这件事情哦？那所以我提出一个问题，就是那海是大家的这种想法到底怎么来的哦？那我就回到刚才嘉南这边提到的几个这个例子，就是蘭嶼消公所这个没有法律依据的这个例子哦。其实我注意到的不只是这个公文，我反而注意到的是在台湾的潜水社团上面，当时这个公文一公告出来以后，其实一般的民众其实是搞不清楚没有法律依据的，大部分就会开始争吵说，难道蘭嶼独立了吗？难道蘭嶼的海域这个是这个蘭嶼消公所的吗？换句话说，在整个主流社会里面还是会思考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海好像是一个公共财这样的一个概念、哦、那到底这个公共财还是大家的这种想法到底是从哪里开始的呢？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去看一些人类学相关的一些民族志的研究，就发现事实上在很多地方海不一定是大家的公共财，它不一定是国家的公共财、哦、所以我问了几个问题，为什么海洋是这个国家的公共财？如果海洋是国家的公共财，国家会如何管理？那第三个问题是海岸地区的原住民族如何被放在国家管理海洋的体系之中？也就是刚才这个嘉南在后半段一直提到了这几个我们目前台湾的一些相关的法令规章里面，其实对于原住民跟海洋之间的关系，在很多的这个法律制度里面是完全原住民族是没有机会可以参与的哈。那事实上呢，在这个人类学的相关的民族志里面，其实有一个词一直在被谈到海洋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时候，有一个词一直被拿出来哈，就是 customer marine 或 customer sea tenure。那刚才这个 tenure 这个词，事实上嘉南也有提到哈，在目前人类学的研究里面哈，它定义这个所谓的 customer marine tenure 这样的概念是说，它是在特定环境里面、特定的社群哦、部落。海洋空间习惯权利，那这些权利包括部落领域，那这些领域呢，通常像刚刚嘉南看到的这个蘭嶼的这样的一个例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是从岛屿山峰跨越，那因为台湾比较少西湖这样的一个生态区位、哦、就是我怎么讲潮间带、哦、珊瑚礁一直延伸到这个开阔的海洋中，那控制海洋资源的使用或取然转让、啊、这是目前大概我们对这个传统海域这样，也就是说customer marine sea tenure 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其实呢这种概念呢其实就挑战了海洋作为一种公共财的概念、哦、那也就是目前主流社会其实一直都在讲说海是大家的，海是大家的这件事情，它其实事实上提出了一种挑战、哦、那这个挑战呢是挑战一方面挑战说以陆地为中心的思维、哦、待会我会讲一下这个海是大家的这个概念，这个观念到底怎么来的？好，那也挑战了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当我们讲传统这个词的时候，遇到它一个静态和界限、有界限的一个空间概念的一个挑战哈。那当然，我们讲住在海边的人哦，不是说他管很宽啦，我们说住在海边的人就是海岸的人群，跟海洋的，它当然是它的社会文化息息相关哈。所以我从人类学角度来看，我们就会特别会去讨论说人跟海洋的关系是有什么样的一个互相界定的关系，而且人群之间的关系又如何透过海洋来界定、哦、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海洋占有权，也就是 sea tenure customer sea tenure 这样的概念呢，我们去分析如果目前台湾原住民族刚才嘉南提到的达悟族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细节，所以嘉南也提供了很多这个所谓的里面的一些它透过海洋环境与资源的使用和分配的规范，而且各位要注意到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动态的、哦、非常动态的一个过程，因为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还有环境的变化，
所以它会有一个变化，而且它也会跟社群里面的这个再生产系统关系产生一个连结，也就是海的时间空间变化跟这个海岸地区人民的这个社群的社会生活方式和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人群之间的关系都会产生一个互相关联的一个部分。那当然这个就牵涉到我待会也要谈到说陆地的定性跟海洋不定性，刚才其实嘉兰也有提到海洋有一个跟陆地很 不一样的定性，就是说它是一直是流动的，彼此之间是相当流动的，即便在里面的生物也是一样，它是一个流动的状态。而且呢它事实上地景的变化，尤其是海这个水下地景的变化，其实变化的更为频繁，因为它甚至不是以年来计算，甚至是以季节来计算。我打个比方，比方说东海岸哦，这几年台风比较没有直接冲到这个东海岸来哦。在过去，如果东海岸台风比较来比较频繁的时候，比较固定的一个时间点来的时候，夏天的时候有很多地方东海岸的水下地形，有很多地方积沙的地方会被卷走，所以它有时候每个季节它这个水下的地景就会不一样。那水下的地形不一样，就会影响到所谓的近岸的沿岸流，也就是水流的部分。水流也会因为这个水下地形的变化而产生变化，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相当不定性的一个特色，而且它也跟刚才这个嘉兰提到的，就是有时间的和空间还有环境的变迁，所以它一直在动态在变化的哦。所以那我们就回到这个问题啊，那个海是大家的这种这个概念哦，到底怎么出现的？而且主流社会就像刚才我提到那个例子，就是2019年蓝屿乡公所提出这个公告以后，哇，在潜水社团里面大爆发，就是有一大批人就开始在攻击这个达悟族人，说这个蓝屿乡公所说你怎么可以把公共财变成这个乡公所可以来决定说这个谁能用谁不能用。当然也有少部分的人是支持说我们去到那个地方就要遵守当地的规则嘛。那也显然是当地的规则是一个有在传统上面，比方说飞鱼祭是一个到目前为止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持续的一个所谓的传统知识的一个对于资源的使用和对于空间和宇宙观的一个再现。可是如果那我们再回到像东海岸的阿美族或者是撒基拉雅或是格马兰呢，那我们现在到底对这些族群，这些海岸的族群，到底我们能不能够理解说所谓的传统这个概念有没有像类似像达悟族的飞鱼祭有这么严格，还目前还在当代还持续在被实践的？那如果当一旦被理解，而且说好像没有的时候，那主流社会就说哎，对啊，你们以前就没有，所以现在也没有办法可以规定这样一个海洋的使用权。所以我们就开始来讲一下海洋是大家的想法，这个是到底从何而来的。其实这个跟这个16世纪欧洲发展出来的自由海洋论其实很有相关。这是一位荷兰的学者叫 Hugo Grotius，他很早就写出了，就是很年轻的时候就写了一本书叫《自由海洋论》，海是自由的。那这样一个自由海洋论才逐渐发展出海洋是大家，而且现在的国际法，尤其是海洋的这个公法，事实上也很多都是来自于就是起点。当然后面有很多的这个在法学界，还有在这个甚至在神学界，也在欧美的神学界，就是关于基督教里面，或者是说这个耶稣怎么说的啊这件事情有关。那这个事情很有趣哈。大家知道这个 Hugo 其实是荷兰人，这个当初荷兰其实事实上跟西班牙打了80年独立战争，那跟西班牙打了80年的独立战争，终于这个独立之后，那当然独立的背后有很多跟宗教的，就是宗教的一些差异有关，那还有一些细节上面的差异我不多说哈。基本上当时这个荷兰从西班牙独立出来以后，他开始要为了这个国家，自己国家荷兰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跟生存，开始要向这个大航海，要在大航海时代在世界取得一席之地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的时候，他会发现说，哎，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国家，就是在很多地方都已经占据了很多的这个所谓的殖民地。那这个 Hugo 他里面提到一个最重要的概念是说。重要概念是说这个上帝他只有 promise land， 这个所谓先占权只有针对土地才有先占权，可是海洋并没有，上帝并没有说明这个有先占权，所以他是透过神学里面的去诠释这个神学，这个耶稣讲的话来去
创造它的合法性，关于说它在世界各地能够自由航行这件事情，哦，能够在这个世界的这个大航海时代，能够跟其他已经在这个其他各地这个进行这个殖民的能够竞争，哦，所以提出这样的一个这个自由海洋论的概念。所以这样这个自由海洋论的概念，必须要从这个过去欧洲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然后慢慢的在世界上发展出一个海洋是大家这样的一个概念 ，free access to the sea， 也就是 sea as a commons， 就是所谓海洋是共有财的概念。好，这个这样的一个概念，慢慢的就会一直散布到这个当代的这个各个民族国家里面去，包含这个国际公法、这个海洋法上面的一些订哈。那当然，这一页非常有名。刚才这个江南也有提到这个共有财的这样的一个悲剧，这个1968年这个哈顶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他提出这个开说法，就是说这共有财一定会，只要是共有财，一定如果没有好好管理的话，一定会造成一个资源上面的一个很非常大的损伤。所以其实如果说海洋被作为一种共有财的概念的话，依照哈顶的理论。国家如果不积极统治、不积极治理的话，就会变导致这个共有财的悲剧。而且这样的概念一直深植在主流社会的心里面。如果说我们今天刚才这个，不管是大伟老师或是江南在提到说，现阶段我们如何在这个行动和法律的层次上面，面对原住民族的传统自然权利，还有空间的权利，包含海跟陆地的权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有很多这一种。在主流社会，包括刚才江南在苹果日报这个有一个标题，哦，就是把蓝屿这个视为这样，就是说国家好像没有在这边做有效的管理。那事实上，这个都是在目前主流社会里面出现的这几个所谓的主流的概念。那当我们要去做争取、做这个跟他们主流社会对话的时候，我们大概可能我的看法就是需要大概就要去了解这样的一个看法的脉络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样出现这样子的。那我们在跟主流社会对话的时候，因为原住民族在台湾的确很多权利都是靠争取来的，并不是天上等着天上掉下来的。那事实上，在这个海洋这个领域这样的一个概念下面，或者不管是海洋领域，或者是这个传统领域，在陆地上的，其实目前就像刚刚大伟老师一开始说的，就是走两步退一步，或者走两步退三步，一直在这样的一个很缓慢的。过程里面在不断的做对话，那我们就要去理解到主流社会到底在怎么样思考这件事情的。好，可是呢，很好玩的是，在很多的民族志的研究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事实证明，单纯由国家的海洋治理，就是由这个海洋治理由国家来治理，基本上都是失败的。而且很好玩的是，就是很有趣的是，都是在少数或者原住民族的地区。好，那造成这样子一个。目前在很多原住民族地区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反正我不拿别人也会拿，因为它是一个共有财，大家已经习惯它是一个共有财了，反正我现在不拿别人也会拿，所以在资源上面就会产生一些竞争 和掠夺的一些情况。那我刚刚提到说这个单纯国家的海洋治理基本上都失败，那除了说国家的力量其实根本我们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其实在治理上面它根本没有足够，比方说海巡，哦，海巡署目前在这个执法单位，在目前台湾的一个海岸地区里面或海洋里面，它属于执法单位，它也不可能海这么大，它也不可能有足够的人力和能量去做管理，哦，那甚至有的在有的研究里面也告诉我们说，有些国家事实上会特别偏袒产业的或经济的，因为在国家和这个治理的角度来看，哦，如果他能够同时保育跟治理，这个经济的发展能够同时这个发展，所谓的就已经叫做永续性。可是这样的永续其实是非常具羞耻性的，是一个羞耻性的无意义的，哦，就是说事实上它背后都牵涉到很多的权力关系。像这里我们提到的是说，像这一位Armitage 在2002年的研究，他就是发现说各国政府是偏袒水产渔业或养殖产业，那甚至有一些叫做观光业，或者是说叫 以保育为名的观光业，那事实上当地的原住民族或当地的少数族群反而是被剥夺这样的一个权利的。好，所以如果说海洋不一定是大家共有的话，这样这件事情的话呢，
那我们其实有非常多的民族志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尤其在大洋洲的民族志里面，甚至在东南亚岛屿东南亚，也是说跟台湾原住民族属于南岛语族的这样的一个的民族志，有各式各样的，我这边就不细讲哈，就有各式各样的这个所谓的 customer marine tenure 或 customer sea tenure， 这个惯习的这个海洋的占有权的权利，而且他跟他的社会制度，就像刚刚嘉南在蓝屿看到的，事实上是一样，就是跟他的社会制度是非常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但是呢，很重要的是，这些我们都在过去的民族志里面，我们看到很多都是静态的，就是说所谓以前是这样，那现在呢？那刚刚嘉南也提到说，很多其实是会有动态的做一些调整，就像环境、海洋也是动态的做调整一样，所以呢，其实事实上所谓的动态调整，我目前我认为其实都跟海洋自然资源，还有跟权力概念，权力包含 power 跟 right， 这个概念有关系。为什么呢？第一个，海洋被国家与主流社会视为公共财，它就已经背后代表一个权力的关系在，所以国家必须要积极的介入治理。那海岸原住民族的社群跟海之间的社会文化联系被切断，那像蓝屿它在过去也有一段时间有一些跟海洋有关的一些文化行为，也因为这个法律的一些制度产生切断。那更何况是阿美族，在东海岸的阿美族，事实上在过去有一段时间，就是阿美族在使用鱼枪这件事情是遭到非常严格的管制，很多时候可能跟蓝屿没有什么关系的，在东海岸就会有出现有问题的关系，有问题的这个发展，那也是后来这几年开始慢慢才改变。我待会会讲说，至少在都兰我们这几年的一些转变是怎么产生的，而且还有一个就是环境在改变，资源取得越来越不易，就发现说不管是气候变迁也好，不管是人为就是说陆地的农业发展也好，或者是说这个商业捕鱼这样的一个行为，或者是说这个非友善渔法的商业捕鱼，包含说像流刺网这一些行为，人为的或者是气候变迁环境变化，都使得这个资源在减少。但是这个减少与否这件事情呢，到底谁说了算？很好玩的一件事说，到底谁说了算？我们有一些海洋科学家，或者是有一些所谓的公民团体，他会有一些所谓的量化的一些计算方式。可是事实上我们去了解那些量化计算方式以后，其实就很有趣，就是跟在地知识就产生很大的断裂。有比方说他们在做调查的时候，可能是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某年可能的一天，然后拉一条线基准线，然后呢谁去记录这个，就是游过去以后记录这个鱼，记录珊瑚礁出现什么事情，然后看它的频率，然后累积这样的常年的资料。可是这样子的一个计算方式事实上是有问题的，因为海是一个非常动态的，如果你不了解那个潮水的时间，不了解风，尤其风也会影响，会影响那个海洋。比方说东海岸，我们东海岸住在东海岸久的，我们跟海洋常常比较互动的，我们一起床都会觉得，哦，今天吹南风大概海会变怎么样，今天吹东风海大概会怎么样，我们其实对风事实上很敏感的。那换句话说，真正重要的是在地的原住民族有没有感受到海洋资源的变化，而且有没有被剥夺感，相对剥夺感，这个都是非常动态的。当20年前在东海岸，你随便下去就是都很多的鱼，然后鱼枪也不用像现在那么长，短短的鱼枪，也不会像现在有这么多先进的这些这个渔猎的设备，或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渔网，也不会像以前现在这么容易买到。那过去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可是20年后的现在，我们经过88风灾，经过各种开发，经过各种农业，包含农药的使用，事实上在地的族人们，其实在地的至少在都兰部落其实也有感受到，的确开始减少以后，就开始觉得说 OK， 我是不是要开始要来传统海洋领域这样的概念开始在出现，传统领域这样的一个概念已经在台湾慢慢的在至少在陆地有法律，有历史的建构，而且开始有在这个做一些这样的一个概念转换的时候，其实海域其实也有啊，也有开始也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它背后就是有一个脉络，就是跟资源的实际在部落里面。但是如果说只是因为科学的
或是外在的，它其实就很容易起冲突，跟部落、跟族群、跟这个原住民族人起冲突。好，再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们讲传统或惯习这件事情，那在达悟族那边，其实到当代还有很多被实践的哦，从过去到现在一直被实践的这些所谓海洋知识、海洋的惯习。可是这样，那在阿美族呢？不是说在撒基拉亚呢，在格马兰呢，在这个东海岸的这些原住民族群呢，我们目前看到的研究非常非常的少，哦，非常非常的少。可是并不代表没有这件事情，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动态这个概念。过去没有，不代表我可以不可以因为现在的状态、环境的变化，或者是概念的开始改变，哦，开始自主的去管理，也就是刚才这个江南提到的所谓的自然资源权利，哦，这个这样的一个概念，站在权利的概念上面，我能不能够创造一个由部落，哦，来创造一个基于原住民知识这个发展的所谓的这个惯习，哦，然后有一个占有权，哦，那既然如果说传统是一个动态的，一直我们今天都在提到动态的，我们就提几个例子，哦，这个是在2011年的时候，都兰部落这个海岸地区，我们在这个广告，我们台大原住民中心写的很好的、很精彩的这个文宣里面也有提到，为斯拉而跳，哦，就是因为这个 BOT 这个海岸地区的这个，我们其实还是蛮聚焦在这个海岸本，就是海岸陆地本身，哦，当然当时的论述里面，在部落里面论述里面也有一个很重要论，就是说，当这个 BOT 的这个大饭店盖在这里之后，我们对于海的禁用权就会产生问题，哦，因为我们发现有太多这样的例子，所以很担忧这种跟海洋之间的关系会被切断，哦，然后呢，这张照片呢，我把两个人这个遮起来，哦，红色脸的这一位呢，是我年龄阶级的集友，我们一起下水打鱼，遇到一位外地来的在这边毒龙虾，哦，那我们现在没有任何方式可以去抓捕龙虾的人的时候，我们只能用这种冲突的方式把人赶走，哦，这也是实际发生的事情，哦，那现在都兰部落呢，甚至把都兰比，哦，整个封起来，哦，直接关起来，而且这个在去年开始关，经过部落会议讨论的，然后跟东莞处合作，那2011年跟东莞处的大抗争之后，我们开始就跟东莞处慢慢有合作，东莞处也开始转变他们跟部落的关系，开始会跟部落合作，但是进展虽然很慢，哦，今年已经到了第11年了，进展非常慢，可是还是有进展。那我们跟东莞处先讲说，我们在海洋保育的这个，还有都兰比开发的，都还没有一个实质进展的时候，我们希望先封起来，因为遇到什么？遇到太多丢垃圾的人，哈。好，这个是独立部落的例子，哈。独立部落在前几年开始，一直到这几年，都遇到这个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有一个地方，像右上角哈，网络的截图，你就看到这个叫什么，就是被人家称呼叫天空之境。可是这个地方哈，这个海域哦，这个海域其实是这个都立部落叫巴斯峰岸，就在这个位，在这个地方哈。那这个地方其实水流非常强哈，那这就是离岸流非常强，哦，离岸流。那根据当地的年轻人跟我讲说，这个巴斯峰岸其实是那个船入水的地方啊，或指缝这样的一个入拟声词去表示这个海域的名称哈。那这样的一个海域，然后因为天空之境观光业的发展，然后开始在网络上面，还有在一些民宿业者的一些推波助澜之下，造成很大量的游客进入到这个海域里面来。那当时杜立部落有几位年轻人开始就这个立了这个牌子，当时也其实也引起一些讨论，到底有没有这个部落有没有权利可以去立这个管制，然后设这个路障，啊，这个都牵涉到说部落有没有那个权利去治理权，就是这个环境，就是海域的治理权。其实像目前，哦，这个杜立部落他们就一直希望说要把天空之境证明叫巴斯峰岸，所以在 Google Map 上面，现在我记得我前两天看了，好像已经改成叫巴斯峰岸了，哦，如果各位去看到那个海域面那个位置，好像他们已经把它加到那边叫巴斯峰岸，用中文的那个拟声词，哦，把这边叫巴斯峰岸，这是杜立部落的例子。好，刚才我们讲说，我们现在其实现实上也遇到很多这种大量的这种土地海跟海域，不管是海岸地区或是海域的使用权、海洋自然的使用权，目前都可以看到有相当多的冲突跟挑战。那这个冲突背后有什么意义在？就是说 ，customer sea tenure、customer marine tenure，
它是不是存在在部落族人的概念，尤其在东海岸的阿美族人的概念里面，它其实是有的，是有的，只是可能没有在所谓的像兰屿这么这样的一个完整的这个所谓原住民传统知识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知识系统有那么被完整的被研究被调查出来。好，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哈，这个在两年前我曾经带着一些这个学生，我们在这个海岸东海岸地区有十个部落我们去问这个传统海岸地名的调查。那因为传统海岸地名，我们就发现阿美族对于传统海岸的地名的命名几乎快要消失在东海岸的这个各地方中，我们被八仙洞三仙台所取代或是被都兰比或是被这个加路兰或是被这个金尊这样的一个后来新的地名所取代。可是事实上那个阿美族的地名命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里面各种地名有历史事件的再现，有当地海域的特色，包含海洋的特色、水流的特色啦，或者是海跟海岸发生一些互动，比方说有一些海浪撞击的声音啦，有各式各样的这样子的一个海岸知识都反映在这个传统地名里面。各位可以，这是资料是公开的，各位可以用你们的手机扫描这个 QR code 或是记一下这个连结位置，你就可以看到各个海域的地名。那我为什么指这个例子呢？因为我们当初在十个部落有几个部落是相连接的，比方说当我们问到东河部落跟小马部落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尤其在河口的地方就会两个部落都会使用。那都会使用呢，就是东河部落有东河部落的名字，针对这个地方有东河部落的历史记忆的名字，小马部落也有小马部落跟这个地名相同的名字，不是不相同的名字，相同的地方不相同的名字，它是会有一些一点点重叠的部分的。可是有的部落，比方说胆曼跟这个宜湾这一带，还有胆曼跟乌石鼻这一带。当我们去做调查，有宜湾崇安这一带，当我们去调查说这个我们跟这个头目或者耆老去问说这个相关的这个地名的时候，当超出某一定界限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说这个是属于都这个胆曼部落的，这个是属于乌石鼻部落，让你去问他们比较好。这个后面代表什么意思？其实在阿美族在当代其实还是有所谓的部落的海域这样的概念，部落海域这样的概念，也就是 customer sea tenure 这样的概念。可是在目前的一个法律制度还有长期以来海事大家的这样一个想法里面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些两难，所以阿美族就会产生一种这个在过去20年前，就像大伟老师刚刚提到的，在过去20年前海洋资源还非常丰富的时候，阿美族人会跟你讲说海是大家的，那你能外面人能不能来使用，那就看他的能耐，看他的能力，他能不能进到海里面跟海互动，他能不能够抓到鱼，那是他的一个力量，因为他的确进入海里面，其实他所需要的那个技巧所需要的那个知识是非常复杂的。那可是在20年后，我们刚讲动态的这样一个过程里面，资源开始变减少，因为气候变迁还有土地开发人为的使用，资源开始变减少以后，你会有相对剥夺感出现之后，你对于所谓的部落海域这样的一个概念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显，可是又卡在现在在法律的框架下面并没有原住民族参与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所以其实事实上就会产生一些困难和挑战。那首先我当然个人认为，我当然因为我有一篇文章谈阿美族的海洋传统海洋知识，从这个自由潜水涉渔者就是自由潜水渔猎者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因为他这个自由潜水渔猎者所需要整个海洋知识是非常非常复杂和丰富的，你才有办法在海里面存活下来，而且能够抓到鱼这件事情，而且抓到是可以不会丢脸的鱼这样，或是虾或是章鱼啦那所以我尝试去建构一个传统生态知识或传统海洋知识的一个概念框架，然后希望能够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投入去把，因为阿美族在区域在部落的条件下面有很多有一些差异的存在，希望有一个提供一个框架让大家去能够去收集在当代动态的过程当中产生的哪一些所谓的海洋知识，这件事情我想必须要先被建构起来。那当然也有可能有过去已经有的可是目前被已经消失的，事实上比方说在过去阿美族里面很多这种大的鱼里面它其实是跟猪一样有分的，
有分肉和分鱼的这样的一套知识系统，可是在当代我们很少看到有人在还在持续实践这样的一个知识系统。好，所以从过去到现在动态的发展，那我是期待有一个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尤其在阿美分，希望能有更有更多的人能投入在这方面的研究里面来。好，必须我们必须要先去收集这方面的知识，也就是刚才那个这个大伟老师或者是刚才提到的这个所谓历史性的建构和原住民知识系统的一个要去处理下来哈，因为这部分真的很少人做，所以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投入到这个领域里面来做研究。刚才大伟老师跟这个江南老师有提到说，这个在蘭嶼里面，其实在很多地方都地跟海洋是分离不开来的，这里面其实就可以看得到这个所谓的这个概念其实还存在哈。比方说这一个地方是不好意思，我稍微提醒一下，大概还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好，没问题。好，谢谢。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叫就甘纳本湾啊，然后这边是一个离岸流，是肚子饿的海，就是肚子饿的海。然后这个地方呢有一条小溪，它事实上就像脐带一样，甘纳本湾它其实是有一个语言来自于叫肚脐。所以陆地跟海洋的确也是一个连续性的关系，当我们研究海洋的时候没有办法跟陆地分开来的。我想这个两个相来跟各位来做交换意见。那我们最后提到说国家对于海域自己的权利需要被挑战，这也是刚才江南在江南的简报里面一直在后半段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那在东海岸实际的发生情况是怎么样呢？第一个叫东海岸热带海岸传说。现在有很多地方东海岸部有些部落，你如果看到外地人的车子进入到他们的渔猎区的话，要小心你的轮胎会被刺破，这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比方说像杜兰部落就是采取比较用政治上的抗争，透过这个跟政治上面这个各种联这个合纵联纵联这个成语怎么念就是互相的一个作为一个跟公部门跟部落族人还有跟甚至这一次的这个抗争公听会里面，这个杜立部落也有派年轻人来。那在这个抗争的公听会里面呢，在那个之后海巡署就不再管我们渔枪的事情。这很有趣，因为当时我们把事闹得很大，而且找记者来，然后把各个公法所有的法律摊开来跟他们谈。所以在他们执法上面都有谈到。那现在呢，杜兰部落一个最新的发展就是从2020年底开始，杜兰部落的这个新任的这个传统领袖们就提出说自主管理海域的提案发展。可是当2020年这种自主管理海域提案发展呢，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江南提到的一些问题，目前各式各样的法律里面并没有原住民族，除了一个比较虚的原住民传统海域的一个在法律框架上面是一个虚的没有实质效果的，在其他的各式法律里面并没有原住民族自主管理海域的这样可能性的一个框架，所以必须要去做挑战。那这个是目前我们经过一些这个内部的渔猎专家或者采集专家讨论之后初步的做出来的设计，可是这个设计还需要我们五月底会开另外开一次会再来做一次部落内部的讨论，说这个到底要不要这样来做，那这个区域是不是要这样的区域，要做什么事情呢？比方说我以改亚盖富裕区来讲，我们把点定出来，那个背后都有一些当地生态的，因为水下地形的关系，我们因为当地水下地形的关系所做出来的规划和设计。然后呢参考这个目前政府怎么就是有一些保护区到底怎么做，可是重点是有一些限制事项是部落里面自己来决定的。我们其实在2016年我们就已经内部的年龄组织就来决议说不得猎捕莺歌鱼这件事情，夜间不得猎捕莺歌鱼，这是内部禁止的。可是很多人就不平衡说，那外面来的人他晚上在那边打鱼也打莺歌鱼，那你怎么管？这个就是刚才江南在后面提到的，就是有很多所谓的就是说我们要去管理这个自然资源呢，我们的治理权在哪里？显然现在我们没有治理权，因为我们没有主权也没有治理权，显然你看起来原住民族只能跟政府合作，那政府合作你又担心他
取代你的治理权，或是压过你的治理权，所以它经过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经过时间的一段磨合，哦。好，那以上呢就是大概我稍微讲了一下这个，回应一下这个海是从哪里来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哈，哦，就是所谓现在大家主流社会里面怎么样去谈海是大家的这件事情。那第二个我也回应这个用东海岸的一些简单的例子，哦，当然就是还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讲很仔细，很仔细很想想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尤其是以杜兰部落目前的发展，哦，来跟这个江南的后面，尤其他在后面后半段的简报里面所谈到的一些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也许我们可以在传统海域上面可以再发展的一些概念和实践上面，尤其在行动上面可以怎么做，促使在法律上面能够产生一些新的框架。以上是我的简单介绍，谢谢。非常谢谢阿良哦，就是非常清楚的从所谓的国际法里面哈形成的这个所谓的海洋的这个权利的这种公共性的这种理念或者这种概念的爬书哈，然后进入到说当代族人的这种各种的生活情境中对海洋资源的使用，以及在这个现在的各种的这种保护区啊等等的制度里面一些实际运作的困境。好，我们接下来大概还有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是可以拿来跟大家做一些交流跟对话。我请教一下巧宁，就是说我们有在这个会议里面的这个参与者，但是另外好像还有另外一个第二会议室，就是第二会议室的参与者是可以听到我们的这个声音和画面，那但是他没有办法发言，可是他是可以提出那个输入打字提出一些问题，那可能要请我们的工作同仁这边帮忙，就是假设第二会议室有一些意见或者是回应啊，或者是那个提问的话，就帮忙要传过来，我们这边再来请两位讲者来做回应。好，我们在这个会议室里面其实有一些熟悉的朋友，譬如说像是这个另外一个幅度那个博刚，博刚不知道你在对于刚才的这个两位老师的演讲有没有什么样的心得回应，或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博刚有在线上吗？他的麦克风宕机，没关系，你准备一下好了，好，你准备一下好了。好，我们现在还有一些朋友们，譬如说是那个巴尚老师有没有什么样的回应，或是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要提出来 ？OK， 我就来提一点点问题哈。那个我们现在有关传统领域的权利哈，那目前原住民能够运用的一个抵抗的工具，因为我们都知道说权利你没有主张就没有权利了，就是国家的治理的权利就会压下来，让你部落就是没有办法。那基本上我们能够使用的抵抗的工具就是原基法，比较目前为止了。那原基法里面在传统领域的权利里面被运用的比较广泛的就是最基本的那个諮商同意权，也就是说国家它无论是对于森林对于海洋它的种种的各式各样的管理的这些法令啊，或者是一些措施行政措施，那原住民如果部落能够凝聚起来，它就是来提出一个要求就是说你这样子的这个做法没有经过諮商取得部落同意你就在做你没有这个遵守原基法那你也没有从原基法的这样諮商同意权是21条啦，那有时候从21条大家为了找法律上的这个抵抗武器，有时候就会跳到20条就是我们有这个土地跟自然资源的权利，或者是23条
哎，国家应该尊重我们使用土地啊，哦，管理土地的这个权利。哦，那我想问说，在海域的方面，哦，那目前无论是达悟族也好，或者是海岸的阿美族也好，哦，有没有办法使用这样的工具，哦，来挑战这个目前国家的一些不当的治理？哦，那当然要进一步的要这个40岁以下到这个50-60岁以上，这个两个不同世代或是三个世代，其实认知的差异非常的强烈。那我觉得就我自己的观点来讲的话，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定的立场去要求部落或是说这个族人的社会要达到哪一个我想象的目标，其实不是。有些时候我觉得反而是要促进这些不同的认知或是差异的认知，要有一个彼此对话的空间或是彼此对话的精准。哦，举例我来说，我们可不可以背着气瓶下去摄影，可不可以？这件事情违反传统文化，你去问60岁以上70岁以上的人，可能每个人都会说不行，而且是用鄙视的态度。可是如果你今天问的是35岁以下的人，也许大概有60%到70%的人会同意，因为可能是其他的想法或者是技术的精进等等之类的。所以它有些时候并不是说用传统文化来去形成一个绝对的对错，因为这些事情必须要考量到的是它在当代的需求或引进的技能里面，它有哪些实物上或实践上的生活的意义跟生活所产生的必须的这种实践。哦，所以或换句话来讲，就是可不可以用机动反刍去捕飞鱼，还是一定要回到如果你没有平板桌，那你就不是达悟人，你就不是兰屿人。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绝对的答案，所以反而要做的是促进彼此之间的对话，而去调整或是共同去建构出一个彼此再往下走都可以认可的方案。所以这件事情我没有答案。然后第三个，对于这个原住民族的这些资源的利用的规则或是规范，是不是要限制到所有人或是汉人或是原住民？我觉得如果这个我们放在传统领域或是传统资源权的概念来讲的话，它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这种保障的完整性。我举一个例子来讲，我常常跟我的兰屿的朋友讲说，欸，我可不可以去兰屿射鱼，或者是说我可不可以 我的射鱼技术很强，我就去兰屿射鱼。他会跟我说，可是你又不是我们部落的族人，你要射的话，你会遇到什么事情，你自己承担。那可是呢，也有我自己问这个问题，当然是试探性的。可是有很多人真的就拿着鱼箱到兰屿射观光客，那你觉得这件事情妥适吗？或是合理吗？我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资源或者是这个海洋的管理系统，它是跟这一群人跟这个空间领域跟每天在做实践的文化绑在一起的。所以如果你进去里面射鱼，除非你融入到这个体系里面去做这件事情的话， OK fine， 你就等着让大家接受你做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合理。可是如果你今天只是一个观光客，我今天可能花了500块，或是我今天花了多少的导览费，也许未来会开发生商业射鱼的一个流程，也不一定。我今天花了这些钱我去射鱼，那你觉得这个可以的吗？或者是说，如果他除非他是部落推出的这个流程。可是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值得玩味的，就是如果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是传统领域或是传统资源权利的完整性的概念的话，他应该要做的是由原住民族或是部落社会主体来去做一个判断或是裁决或是一个决定。所以他会适用的范畴当然是里头里面的族人或是外来的人口，他必须一体适用。但就我自己的观点，我觉得当然我不应该去射鱼，除非我变成了这个体系运作的一份子，而且能够 follow 目前的运作的游戏规则跟规范，而且被大家认可去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才是合理的。我的部分大概到这边。好，谢谢嘉南，那我们请阿良来回答。好，谢谢那个谢谢把上的提问。的确目前在原住民智商同意权这个部分，其实你会注意到它都是非常消极和被动的。你只能原住民族大概只能等坐在那边等人家来跟你讲说他要做什么事情，然后也来智商你的同意。基本上大概就是以这种比较消极和被动的。那目前在杜兰部落的海域里面，大概我们后来发现有两个，就是一个是叫定制网渔业权，
还有包含这个就是所谓的专业专用渔业权，就是在新港渔会的那个渔业权。我们其实后来发现，其实这个我们如果我们不想要这个渔业权进来的话，我们其实是可以要求资商同意的。哦，到期以后，其实我认为应该是可以的。可是后来我们思考，我思考过以后，其实事实上，你一直消极的在等人家来请求你的资商这件事情呢、啊，你一直在被国家的这个制度下面在操弄，然后原住民族就累死，然后大家都不需要工作，不需要上学，不需要做其他的事情。就会发现在这十几年来、二十年来的东海岸的整个社会抗争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如果有时候你要拿国家的法令来当作去抵抗某些事情的时候，反而把自己累死。其实你就是一直被操弄，被那个东西在操弄。我们可以看到卡拉蒂布的例子，你可以看到其实他们其实真的是很累很累很辛苦在面对这件事情。那我们现在想到是说，如果有比较急迫性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用这种比较抗争式的在要求资商同意权，因为毕竟它需要动员的能量比较大。那我们现在反过来利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要求积极的权利、积极的治理权、空间治理权这件事情。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行动，在目前的法律空一方面，在目前的法律空隙下面，能不能够找到原住民族自主治理这样的一个空间的一个权利之外，我们也希望将来在不管在海洋保育法或相关的其他的有关原住民族海域的相关的法律上面，在框架上面能够逐步去推动调整。好，这个是我目前的看法。那针对第二个问题啊，那个部落的连接层啊，其实我说实在话，的确杜兰部落自己也有杜兰部落的危机在啦，那可是也是二十几年来民联组织复政以后，在很多公共事务的参与上面，我们看到在过去复政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想到二十年后在公共事务的复政上面，公共事务的组织上面有这么大的能量。可是在过去民联组织复政的时候，纯粹就是很消失很可惜、哦、所以其实它是有一个历史的偶然跟巧合，我认为，可是它也有历史的必然性。那如果说现在的话，我觉得现在不也永远都不迟啦，就是部落内部的人怎么样去跟大家一起。我们在杜兰部落常有一句话在讲，就身体走在讲话的前面、啊、就是有时候在部落做事情、啊、讲话在身体前面的人蛮多的、哦、那个就会我们、啊、这个杜兰部落讲2683，就阿鲁巴上，就是说像柿子一样，就是看起来很漂亮，就吃下去就是涩涩的、哦、就是形容那样子的一个人。所以我是觉得就先身体力行去做，带着头就自己去做，跟着做，有人会跟上这样子。然后也要培养跟海洋有关的那个我觉得那个蛮重要的。跟你如果每天泡在海里面，你每天都在跟海洋培养那么好的关系，如果哪一天这个海出问题了，你难道不会心痛吗？哦，这个是一样的道理。就像猎人如果不上山的话，他猎人是没有办法跟森林培养出那种感情在的。同样的，海洋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其实很期待，就是至少住在海边的原住民年轻人，就是要能够在制度上面跟在文化实践上面跟海有发生非常亲密的互动关系，不管是渔猎也好，甚至我认为是现代的运动都没有关系，不管是风帆冲浪，我认为都没有关系。好，可是至少跟海要养成一个很亲密的关系。那第三个就是陈欣问到这个问题哦，在杜兰部落目前的看法里面，绝对是要走。在杜兰部落包含住在这边的汉人，甚至渔会，我们都希望他们能够 follow 部落的这个规范。可是这个规范我们目前还在设计当中，所以我们当时设计的流程里面，就是部落自己先有共识，然后我们会召集部落内部的汉人，还有这附近的一些汉人，还有所谓的利害共这个所谓 stakeholder， 这个叫利害相关者。关系人、利害关系人由部落来主导，来跟他们沟通，说部落想要来做这件事情，而且我们也开始放风声。哦，这实际做法上面，我们开始有放风声，部落准备要做这些事，然后就是建构在一个共同目标上面，让海更好。其实汉人也没有说一定要，也其实很多汉人他们也发现到海在变化当中，哦，所以他们其实也不是说一定要站在原住民族的对立面。只是说这个过程需要沟通，需要取得共识，所以这个部分的确没有错。好，这边我再回答一下那个陈欣刚才提出的这个问题，这样，谢谢。好，谢谢阿良。我们还有好几位的朋友也提了一些问题，我想再把它分作两轮好了，我们就把握一下时间，一次回答三个问题，然后后面还有三个问题。
首先第一个是严岭，他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觉得蛮好的。他说这个原住民的海洋知识跟汉人的海洋知识，好像是渔民啊、海上养殖业者，是否有什么可以相互对话的地方？因为我知道像我的学生有做过那个南洋溪口的捕鳗苗的那个，其实汉人的这个社会在这边其实也有一些海洋的使用的这样的一个长期的这种活动。那这个部分不知道两位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这是第一个。然后王正佑老师有提到说，这个嘉南提的转型正义跟目前常见的转型正义的本质有些不一样，也跟原住民从历史正义来谈的角度不同，可不可以请你多谈一下你所谓的原住民族的转型正义是什么。然后王正佑老师也问到说，这个是同时对都兰跟兰屿的问题，就是说我们都面对了观光市场对土地的开发，那内部应该也是受到这种市场经济利益的一些冲击或者是吸引或者是一些扰动，那所以这里面是不是也会因为这些市场经济利益而造成一些冲突，又如何去面对部落内部这样的冲突？大概这三个问题我们先请两位来回答，后面还有三个问题我们等一下再来。好，我们先从阿良开始好了。阿良好，谢谢大伟老师。我想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跟汉人的海域知识有什么，我觉得一定是都有，因为他这个不管是原住民族或者是汉人或者不管什么人，他只是海岸，只要是海岸社群，他一定会发展跟当地的所谓的在地知识的 local knowledge。 只是原住民族的这个 local knowledge 里面，他有一套知识系统，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indigenous knowledge， 就是原住民知识这个概念，它其实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界限，在于原住民族跟汉人有一个在宇宙观或是文化信仰在文化实践上面可能跟汉人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而是不是纯然只是生态知识而已，而且它背后有一套文化和社会实践的信仰和制度。那我想这个事实上是可以跟汉人有一套，就是可以有一些可以对话的地方。可是在所谓的海洋生态知识上面，除了我刚刚文化界限之外，那其实在生态的一些了解上面，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只要是住在海岸地区跟海洋有密切互动的人，他都一定会发展出一套非常密切的所谓的 local knowledge。 好，这个是我回应这个问题。那这个曾佑老师第二个问题我想就交给嘉南了，但我这个我比较没有那么懂，所以我就不去回答这个问题，不好意思。那关于第三个问题，如果在都兰面对观光市场对土地的开发这件事情，其实都兰部落从20年前开始，2002年开始就一直在面对在陆地上面的土地开发，那也有一部分是海岸地区，就是他想要占用海岸地区来使用海洋油气，而且把它专属化，也经过非常多的冲突。那反而就是都兰部落内部反而是就是跟外部的冲突有非常的多。内部的冲突呢，在目前都兰部落，我讲实在话，部落内部的族人靠观光或靠这个土地的资源进入市场经济，能够获取大量资本的非常非常少，几乎是没有。但是我知道在其他部落可能会有，比方说港口可能会有船的问题，渔船的问题，那可是，在都兰部落目前是还没有这种比较大的一个内部的冲突，可是将来会不会有？很有可能会有，也不一定，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持续在关注和注意的地方。谢谢。好，谢谢阿良。那将来你的部分还有多一题哈，就关于那个转型正义的部分。好，我先针对第一题就是跟汉人的对话，我觉得那个最大的差别我觉得可以从一个角度去思考，就是我们的制度的设计跟我们国家制度的形成跟我们国家制度的演进，其实它存在的是一个反映社会习惯的状态嘛，对不对？就是我们的国家的人民会习惯用什么样的模式去过日常生活，它就会反映在我们的法律跟制度上。好，那这件事情就很有的谈，就是我们的法律跟我们的行政或是我们的政策的制度目前都是单元，就是单一主义，就是只有一种。好，那这只有一种的情况之下，你就可以思考到从过去日本时代以后到目前的公正时代的法律的定的思考点会以一个主流大众社会为考量为前提，那法律的多元性就会把一些特定族群、原住民族群或是特定的习惯所排除掉，
那汉人知识跟原住民知识其实它的逻辑可能相近，就是我们跟环境互动一定会产生知识，会产生信仰，甚至汉人有妈祖的信仰，有王传的信仰，有各式各样的社会组织跟制度，那个都是可以理解，但是制度背后所代表的角色完全不一样。哦，这些东西在国家在推行政策的时候，它所代表的叫做权力的位阶，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教育制度不是原住民的教育制度，或者为什么我们的渔会制度、我们的海洋管理制度不是原住民族的海洋管理制度？我们不是说要用原住民族海洋管理制度取代汉人，而是它为什么会从多元变成单元？哦，这件事情是值得思考的。所以，因此我觉得对话的重点在于我们要去理解到单元这件事情。它是不正常的，它应该多元才对，我们要让多元存在、哦、所以这个我快速回答。那第二个转型正义这一点、啊、我觉得阿亮老师虽然没回答，可是我要引用他的转型正义这一点，有很重要的要谈的叫做治理术。我们今天把海洋变成公共的，可是海洋真的是公共的吗？不是。从我们的经验或是知识的理解可以知道，那些海洋是私有的，也就是先占海域，它是部落私有的。那为什么它会变公共化？哦，这个是一个公共的建构。我们刚刚老师有讲那个哈丁，对不对？哈丁的结论是什么？大家知道吗？1968年，这个 Gary Harding 的结论是国家要进场，因为如果一个放牛的、放牧的草场被吃光的时候，要透过国家进场的强力管制，避免它被大家、被 free rider 给进去做无限制的利用。所以国家进场的时候框住了，它就变成一个公共财或是公共财货。可是它背后也代表了一个强而有力的规范、跟规训、跟管制。海洋就是一模一样的事情。所以海洋真的是公共化吗？不是，它是被公共化的。被公共化的过程就是透过我刚刚讲的制度跟规训的力量。我刚刚提到那个转型正义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是被迫被公共化的，它并不是主动愿意奉献被公共化。原住民土地也是如此。好，所以海域如此的情况之下，它就涉及到了我刚刚讲过去是用军跟警的力量限制你出海，限制你做海域的实践，所以它才因此从私有海域变成公共海域。好，那回到第三个问题，公共海域这件事情就会涉及到大家现在在看内部的冲突或是不同的角力的关系，那其实它背后所代表的是不同的价值观的典范。我刚才讲我在南屿从20几岁认识到80几岁的每一个人的价值观典范，每个世代都不一样，而且这里面的内部冲突非常的强烈、哦、非常的险峻，所以这些内部冲突跟内部的不同的看法的显现的时候，它会凸显出他背后所隐含的价值观，他是认知到国家后来所后设的这一些公共财的价值观，还是他其实是比较偏向于传统文化认知上，这个是我部落私人海域，这个是我家族的私有的领地，他会认知到这哪一块。所以这些冲突很难去做一些在法制上面做单一的设计，所以我觉得反而是我们要去思考到的是要把单元变成多元，而且是要创造这些冲突的对话空间，让这些资讯才能够被不断的被讨论，而且不断的去往前走，去产生一个，那冲突已经是既定事实，那现阶段我们应该要去调和出哪一个彼此可以去互动或是生存的方案。好，以上，谢谢。好，谢谢嘉南。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博刚，你的麦克风修好了没？我看到博刚有写了一段话，他说很能够体会到阿亮老师所提的这种文化实践是要去跟环境培养亲密关系的这样的看法。我不知道博刚，如果你麦克风修好的话，你可不可以用很快的大概1分钟左右的时间分享一下你自己的经验，跟对于那个为什么觉得阿亮老师的 这段话你特别有感触。我刚你的麦克风还是不行吗？喂，老师听到吗？能、hey, no. 是我觉得我刚刚听到那个阿亮老师那边提到的，就是说透过人的实践，在这个环境当中的实践，不管他是利用各种的方式去保有跟土地或是跟环境之间的这种亲密的感觉，我很有感觉的是因为在地方越久了，会越会觉得说，其实我们有的时候离环境的这个距离，可能我们是现在都在
水泥房子里面滑手机或什么的，但是如果不去山里面走的话，虽然我们就住在这边，然后也听得到海浪的声音或者听得到山墙的声音，但是其实久而久之你会离那种很灵性的感觉要越远，然后远了之后呢，就会产生人跟环境之间的那个异化嘛。那在这个异化过程当中，你在很当代性的社会的种种的压力之中，很容易的就把这个权力变成了商业可以操作的一件事情，你也必须要为了生计去做这些事情。那这个时候很多看不见的那一双手，不管是来自于市场或国家法治这样，就有可能在这个时候进场。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去想办法找到一个各个年龄层能够跟环境建立关系的一种方式，那这个方式需要大家一起去实践啊。所以我刚刚的感想就是这样。对，好，我想八刚这几年在台东应该也是有很多身体力行的这个经验。好，最后我们是不是在收纳这最后的几个问题，那请两位一方面也回答问题，一方面也做今天的一个结尾好不好？那这边有一个是要请教嘉南的问题，应该是方怡，他说那个自由潜水带来的紧张有什么，在兰屿自由潜水带来的紧张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因应的方式。然后雅蔚傻运他有提到，就是说在兰屿这边到要的是什么，就不要摩托车，不要渔船，不要留翅膀，那积极面来讲要的是什么，那就说如果从土海法草案里面是不是有可以去看到就在兰屿或者是在都兰未来的可能性，这个大概是有两个层次的问题啦，一个是就发展面要的是什么，一个是那个就土海法的草案里面 有什么样的可能性。那这个第二个部分也有应该是也希望阿良可以回答。然后再来就是严岭，刚才有一位是林岭，这位是严岭，严岭是说他的意思，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在部落内部也是充满多元的矛盾的，譬如说用这种机动船来捕鱼捕飞鱼，其实也有族人自己在使用，对不对？那当然机动船是一个例子，相信还有很多例子是族人也是去拥抱外面来的一些新的技术或生产方式。那这个时候到底这个所谓的转型争议到底是什么，或站在什么样的立场去看到这里面的多元性，大概这几个问题是不是就请两位就来做一个统整性的回答，然后也做今天的一个总结给我们线上的所有的朋友们好不好。好，那我同样就是请嘉南先开始，然后之后请阿良，大概把握在三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就请嘉南先开始。OK， 谢谢。第一个问题，自由潜水的问题啊，我觉得，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我们今天如果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做这种游戏行为的时候，其实应该是要，融入当地的规范的。你就把它想象成你去另外一个国家，只是说这个国家现在还不被承认，所以即便它有它自己的制度，它即便有它自己的规范，但是因为它跟另外一个中华民国的国家法制冲突啊，所以它。我们这些观光客出国啊，到这个国家就可以变得很自由自在，不用遵守啊。所以我觉得，就像你今天到关岛，你今天到马尔地夫，你今天到巴厘岛，你还是要遵守那个地方的规范，不管你今天在做什么样的游戏行为。哦，所以我这里要 cue 一下，我刚好看到来宾里面有一位这个我有在 follow 的那个很著名的旅游作者黄小莫，也许他有一些想法，因为他对兰屿也蛮熟。然后第二个土海法的部分到底要什么？因为我刚刚要特别说明，就是我。不能代表兰屿的这个族人朋友啊，尤其我有一个好朋友在线上，美英哦，那我从来没有要代表兰屿族人的想法，因为就像我刚刚提的，我认识从20岁到80岁的想法非常的差异非常大，所以其实兰屿在近代以来，因为遭受到非常大的这个现代性的冲击，所以到目前为止都是一个非常混沌的状态。这个混沌的状态有很多是来自于内部的冲突跟内部的压力跟抵消，以及世代差异。所以我觉得土海法要什么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去跟大家说要什么，但是我觉得必须要先把那个空间留下来，而不是要直接马上定一套一体适用的标准丢给兰屿用。我觉得这个能够我的角色必须要去坚持的就是在这一点，不能一体适用的把一个规范套用到兰屿身上，而是我们要先把一个空间留下来，让兰屿去
fit 到那个空间，用自己的决策跟自己的想法，这是第二个问题。然后第三个，机动船捕飞鱼这件事情跟转型正义，我必须要讲哈，我讲一个认知。如果你今年有在观察蓝屿的话，近十年真正在用一满多捕飞鱼的，其实真的很少，非常少，全蓝屿加起来可能不到十个人。我真的老实讲就是这样，全蓝屿哦，不是一个部落，全蓝屿哦，那大家都知道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既定事实，所以。工具的转变或者是说形式的转变，有些时候并不是代表着这个文化的丧失，它有时候是演进的过程。可是呢，对于比较我刚刚讲的就不同世代的认知里面会有很多差异，所以这些工具到底是 OK 不 OK， 我觉得留给部落里面的世代的这些角色这些人物来去做评断，而且才有他们才有资格做批判。对于我个人而言，没有办法批判，我能够做的就是我不会去参加商业性的飞鱼捕捞、哦、我的意思是说观光性的商业性的飞鱼捕捞体验这件事情是我不会做的，这也是回应到刚刚讲的观光客的角色，有些时候你必须要去理解到这整个社会运作的一个最根本的那个根本必须要坚持住存在的东西，而不是把这个东西透过商业的模式去用商业的法则去控制它、哦、我以上做个结尾，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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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南阿良请好谢谢。我想自由潜水这件事情呢、啊，因为在最近这几年在台湾是非常风行啊。那当然，东海岸其实没有那么适合自由潜水，绿岛跟蓝屿确实比较适合。那事实上，在国外自由潜水，它事实上有很明确的规范嘛，就是有比方说你必须要带这个浮球这件事情，因为确定有那个安全上面的问题。好，那这个我就不再多说，因为确实它是因为很风行，可是对我们目前就是说在很多规范上面并没有一个，就是即便在国家这边也没有一个规范，好，所以其实才会造成这个混乱的状态哈。当然不，那个蓝屿的人可能或者绿岛的人可能就要自己想办法自己来管理，就像东海岸次轮胎怪客一样的概念、哦、然后接下来两个问题，亚卫跟那个石蜡的这两个问题，我会把它放在同一个层次来理解、哦、其实我提供一个概念，就是说，其实现在我们在谈自然资源管理的时候，现在有一个蛮重要的新的概念，可能也不算很新，就是所谓 resilience 一个社会生态系统的概念、哦，那生态系统我们其实讲知道，就是说我们其实很重要的基础在于生态知识，传统生态知识，或者说我们讲在地知识或原住民知识这件事情，那你必须要跟这个环境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你才有办法去理解这些事情。那这个生态系统其实好去处理，最难处理的就是所谓的社会系统。社会系统小至社群内部，大至国家甚至国际的关系。那显然土海法放在国家这样一个角度下面，跟部落内部的多元的意见，你就必须同时要去处理所谓从社群内部到国家甚至国际这样的一个社会不同的社会系统。那我认为大概没有一个人可以从小至社群大至国家能够完全的去处理这件事情，所以我希望说至少在部落内部有人能够做非常基础的社群的自我的培力。所以像杜兰部落这几年我们都在说我们在培养准自治的能力，我们不管法令走在哪里，我们如果法令一旦有框架之后，我们马上就可以接上去这样的一个准备、哦、所以一定需要有人像铭记在奇美其实也在做类似这样的事情，我认为。可是在国家的法令上面可能就需要有一个可以跟国家对话，在法律上面这个去理解到现在过去现在到未来可能会发生的问题，就像大伟一开始所谈到的，未来十年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能够在这个法律框架下面，在国家层次上面来去准备、哦、那我个人而言，在部落内部，我认为，比方说，如果是一个很多元的这个声音、多元的态度的话，也回应刚才江南说的，其实事实上部落也需要有一个公共讨论的平台。我们常常谈讲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可是公民社会到底有没有含纳在原住民部落里面？原住民部落有没有机会成为公民社会的一环？我们目前好像比较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讨论。那我也希望说未来在这个在部落内部的社群内部的甚至到这个国家的在彼此的对话过程当中有一个这样合纵连横的一个关系，串起我们对未来十年的想象。以上谢谢。非常谢谢阿良，也再次谢谢嘉南。我觉得两位的分享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但是共同交织出了我们对于这个海域以及这个海洋的管理，然后它涉及到未来这种跟传统领域跟各个国土计划对接要去思考的种种问题。好，那接下来我要把时间交还给梅霞老师。梅霞老师好，
就非常非常感谢三位老师非常精辟的演讲，还有在座各位有提出很精彩的问题。那如同其实刚刚在讨论的时候，三位老师都一直强调说原住民很动态的生态知识还有管理的方式，如何跟国家治理跟当代的法律协商出一个可以相容对话的空间，还有那个对话的平台如何建立。其实我相信是三位老师还有很多的原住民工作原住民社会文化工作者其实长期的关怀。我应该有一本新书要出来，大概也是希望从我长期的研究里头，希望可以提供对于当代生态的，就是当代这一些传统领域跟文化资产的议题，可以有一些什么样不一样的视野。那人类学者当然最关心的就是原住民的社会文化可以提供对于当代的知识或困境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反思跟一些解决的方式，那让大家可以更尊重原住民的社会文化。那其实今天大家真的时间关系意犹未尽，就非常抱歉也没有请大伟老师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在就是大伟老师其实应该可以讲更多。那因为时间有限，我们下一次会尝试再规划一个一两天的工作坊，也同时在邀请政治学者法律学者来对话，那也到时候也要请三位老师再参加，那应该可以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可以畅所欲言。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也只能到这个地方，那今天我想就是一个开始，非常感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我觉得两位老师非常精彩，谢谢收获，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拜拜，好，拜拜。